各位好，欢迎来到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在我们这次的探讨议题是 User Mode Linux， 那你可以把 User Mode Linux 简称为 UML。 那 UML 这是在 Linux 核心里面算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其实这个设计呢，最早被 Linux 核心引入的时候是在 2.6 的时候正式的引入。那在 2.6 之前，其实 2.4 的时候就有 User Mode Linux 的这个开发，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追溯时间的话，User Mode Linux 是在2001年出现的。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在 Kernel Based Virtual Machine， 就是所谓的 KVM 出来之前呢，UML 是 Linux 核心唯一内建的虚拟化建设。好，那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之后的讲座呢，会来探讨 KVM。 那简单说 KVM 是什么呢？ KVM 就是能够去善用 Intel、 AMD 或者其他硬体的虚拟化的扩充。好，所以这些所谓的叫做Hardware Assisted Virtualization， 也就是说中文意思就是硬体去强化的虚拟化建设。好，那 KVM 呢，就是用了这一些这个 Intel 啊、 AMD 或者其他硬体的这些硬体针对虚拟化的去加速器。好，那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在 KVM 问世之前，那其实 UNL 是 Linux 核心唯一的这个内建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Intel 架构，或是 Intel AMD 架构下，就是虚拟化的一些技术考量。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虚拟化的扩充，一般来说是讲这个Intel 的 VTX 或是 AMD 的 MDV。 好，那但是其实呢， Intel 的架构呢，早在这个1990年代其实就有了。这个年代，如果你对那个 DOS 的历史比较了解的话呢，这个东西叫做Virtual 8086模式。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就是说，比方说你打开这个Windows 95的时候，那 Windows 95的话，就是它 Windows 95很有趣啊，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1995年推出的作业系统叫 Windows 95嘛。那事实上在1994年就有 Windows 95的测试版。好，然后 Windows 95是32位元混搭16位元。好，所以注意到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些广告，就 Microsoft 那时候广告就说它是什么32位元作业系统，但是这句话不全然对，因为它其实32+16。好，那这个16位元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就很有趣，就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Virtual 8086。好，那顾名思义就是说，原本可能有一些 DOS 的游戏，那在 Windows 上呢没有专门的版本，或者还没有移植，或者是可能开发商就完全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就可以透过处理器 Intel 处理器提供的 Virtual 8086模式。好，所以你就可以在Windows 95启动 Virtual 8086，然后里面就开一个什么，就开一个 DOS， 开一个16位元的 DOS， 然后执行了16位元的程式。好，那这个东西叫 Virtual 8086模式。好，那显然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Intel 发展来干嘛呢？搭配像这个 Windows 啊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去使用的。好，但是呢，这不是我们讲的最主要的 Virtualization。 我们今天讲的 Virtualization 是像 AMD 啦、 Intel 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在2006年之后。好，所以注意到 KVM 出来的时间点是很关键的。KVM 呢，这个是可以追溯到它是一家最早是一个以色列公司。好，然后来这家公司呢卖给 Red Hat。 好，那 Red Hat 就继续维护这个 KVM。 好，那后来 Red Hat 又卖给 IBM。 好，所以这个 KVM 呢，显然它就是整个虚拟化，就是我们讲 Linux 虚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好，那事实上呢， User Mode Linux 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对象。好， User Mode Linux 能做的 KVM 全部都能做，那你说有比较强的为什么要探讨比较弱的？好，这倒很简单，就因为 KVM 呢，其实你需要更多的硬体知识。好，比方说你要知道什么是呢？知道你的硬体支援哪些 Hardware Assisted Virtualization， 而且你还知道是哪一个版本。像你可以从这个 Wikipedia 上面看得到，就是说你要先搞懂你处理器支援的到什么等级。好，而且这个等级呢还会分这个不同的层次。好，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呢，就是有指定层级的虚拟化，然后呢有网络的虚拟化，好 ，IOMU 的虚拟化。好，这你要对这些有足够多的认知，好，否则你会没办法正确的启动。好，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用 User Mode Linux 的话，那单纯很多，因为 User Mode Linux 是什么呢？你来看一下这张图。好，你们看到这张图右边是一个企鹅，对，好，那企鹅上面再握有企鹅，好，所以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Linux 运作在另外的 Linux 上，也就是说你本来的先启动一套 Linux， 好，那知道 Linux 就是一个完整的作业系统，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完整作业系统来上网啦，然后启动你的视窗系统啦，好，甚至打开浏览器，然后接受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好，对，这是原本 Linux 本来就可以做的事情。
好，但是呢，我们在之上呢去启动特制的 Linux， 这个特制 Linux 呢就是刚好这样运作在 Linux 之上啊。好，这个其实就是 Usable Linux 的精神，它把 Linux 转换成一般的程式。所以呢，你过去呢对 Linux 应用程式开发的经验其实都可以搬过来啊。所以你不用了解硬体的行为，就像说你不用了解这个 x86 virtualization 到底做什么事，你不晓得，你不用知道说这些硬体主态要怎么设定，你不用了解说我硬体要怎么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啊，或者说有对应的一些限制，你不用管啊。反正说到你就是你就想要它就是一个修改过的 Linux 核心，但是它让这个 Linux 的程式码改过之后呢，或在一个不同的主态呢，它就会编译出一个独立的一个什么独立应用程式。好，那所以它既然它是应用程式，你就可以用熟悉的工具啦，比方说GDB 啊，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debug 啊，去追踪 Linux 的运作。那我晚点会做一个示范。好，然后呢，这个Usable Linux 呢，它的效能哦，如果你真的要去比较的话，如果说你去比较 KVM 跟Usable Linux 哪一个效率快呢？啊，那直接跟你讲答案。如果你硬体有开启这些虚拟化的那些功能的话，啊，如果你有开启硬体有资源的话呢 ，KVM 是比较快的。啊，再次你会很疑惑，对不对？有比较快的功能比较多的，我干嘛去学一个比较慢的功能比较少的？啊，其实这也是 Usable Linux 的好处。怎么说呢？因为 Usable Linux 刚讲过了啊，它可以让你聚焦在跟硬体无关的。啊，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硬体的架构啊，就是 Usable Linux， 它其实在 Linux 核心来讲，它就是一个硬体架构。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东西叫 UM， 好，那我晚点会来配置给大家看啊。那它就是，那它最后呢，因为你不用去管硬体相关的初始化，你可以专心聚焦在硬体无关的部分，比方说档案系统啦啊，比方说这个机体管理啊。机体管理分两个层次，一个是跟硬体架构有关的，我们讲的硬体架构无关的，比方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机体配置器啦，啊，比方说那个 slab 啊，这些类似种啊，硬体就是这些机体配置的。那除了这以外的话，你还可以去了解说比方说从这个 start kernel 啊，从就是有个function就叫 start kernel， 那从 start kernel 然后到跳跃到不同的这个模组到底怎么一回事，好，那你就可以用 Usable Linux 搭配 GDB 啊。当然 KVM 可以用 GDB 可以啊，但是 KVM 搭配 GDB 的话呢，其实一样，你要知道一些设定啊，你要光是对这个 KVM 做一些调整，对这个上面的这个作业系统做一些调整啊，你就需要去额外的知识，你甚至还要知道说要用哪一种连接方式，要用 TCP/IP， 要那个序列破啦，就是这些，你就会发现你要了解很多知识啊。但是呢，你用 Usable Linux 单纯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你一定好奇说这个东西跑起来是怎样啊，比方说我现在做一个展示，那这个展示呢就是用的版本呢，Linux版本是 5.5.0 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测试到目前为止最新的稳定版本就是 5.5.1 啊，那我们这边就展示以 5.5.0 做展示啊，那在我们那个共比上的教学是 5.5.1 啊，没关系，反正就可以交叉对照。好，那所以呢我先准备好这个 Linux 核心，然后它的版本是 5.5.0。 好，那接着呢就是接着展示给大家看我启动 Usable Linux 的 script 啊，然后注意到呢 Usable Linux 它就是让 Linux 变成一个什么 Linux 核心变成一个一般的使用者程式啊，所以你看到，哦，我编译出来的执行档呢叫什么，叫 Linux 啊，那注意看哦，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般的执行档啊，那它是什么呢，它是格式是 EOS 格式啊，然后呢在我们有另外一个相关的讲座叫做你所不知道的 C 语言，那在你所不知道 C 语言的讲座里面我们有探讨这个执行时期的行为啊，那你可以交叉对照了解说这些dynamic linker 啊，好，linking 的这些 linker 的这个行为在做什么事啊。不过呢你执行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是这样执行，可以打 help 啊，欸，真的就跟一般执行档一样吧，对啊，是真的可以，是真的有动作的啊，帅吧啊。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到说什么呢，你看我这个版本啊，那有他就是在什么，它就在你只要有 Linux 的核心啊，当然注意到你要够新啊，就是比方说我们这边举例是 5.5.0 啊，那你只要有够足够新的 Linux 核心，然后你做好主态设定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编译出Usable Linux， 而且呢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执行就像一般的什么一般的应用程式一样，就这样执行啊。那我执行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为什么要故作学习很久呢，因为它执行很快啊，你看这个是我们要执行执行档，那这后面是什么呢，这是所谓的这个 command line 啊， command line 的这些这个 argument 啊，就是这些命令列的参数啊，然后这个详细的描述我晚点再讲啊，不过你可以大概猜得出来，这边我给它 64MB 的这个启动的时候给它 64MB 的机体啊，然后这 init 是指定什么，
init 这个是指定说我启动 Linux 的时候第一个要载入的 user space 程式。好，所以最大就是说我们在 Linux 初始化的时候会建立一些 kernel thread。 好，那我们在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里面呢，我们之后也会来专门好针对这个 kernel thread 好去特别去解释，包括 kernel thread 啊 workQ 啊CMWQ 啊这些我们会之后会特别去解释。好，不过这边你只要稍微有印象就好，就是说我们这边去指定，就从这个 init 点 sh 这个程式作为什么第一个 user space 的程式。好，那我们铺陈那么久，终于要来执行了。哎，不要，执行完了。好，你觉得很奇妙啊？好，再执行一次给你看。好，所以就是呢，这是我们的 script。好，然后呢，我按下去就执行完了。然后那你可能不相信，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用 unit 点 a 来看。哎，你看到、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5.5.0 啊，那如果你搭配看这个 host 端啊 ，host 端的话就是执行我这 user mode Linux 的 host 端，注意到我故意给版本不一样啊，好，所以是注意到我这 host 端啊，就是我现在测试这个 user mode Linux 所准备的环境是什么？是用这个 Linux 的核心 4.15 啊，那如果是发行的套件的话是 Ubuntu Linux 18.04 LTS 好，然后呢，我现在怎么？去载入一个 user mode Linux， 然后它就载入完了。然后你熟悉的命令还是可以用的 ，ps， 对，你的确看到什么有 process 啊。然后呢，这边是什么？这个是 PID 编号为一的啊，就是也就是第一个 user space 的程式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还记得吗？刚刚前面不是有指定啊，指定那 init 点 sh 啊，那 init 点 sh 呢，它就会怎样？它就会执行这一道命令啊。那你可以交叉来看一下 init 点 sh。啊，的确是吧？哎，的确，你看到什么？还有设定啊，设定是吧？设定我要启动什么程式啊？那前面是一些必要的挂载档案系统的操作啊。那关于档案系统的话呢，你可以参考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然后我们有个讲座专门来讲档案系统啊。然后，所以你发现什么事？就是测试 user mode Linux 是有巨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完全不依赖其他的虚拟化机器，你也不用依赖硬体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什么虚拟化的指令集，好，那你也不用管说，虚拟化的这些扩充，好，到底是什么，你不用管，好，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只要你有 Linux 核心，只要有格鲁的开发工具，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编译 user mode Linux， 你就可以来测试，你就可以来搭配 GDB， 搭配这些必要的基础建设。我们也会介绍那个一些debug script， 那你就可以这样来研究 Linux 核心。好，注意到研究 Linux 核心，千万不要用阅读原始程式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在2020年1月1号开始 ,Linux 核心的程式码数量已经超越2700万行。而且呢，依据 Linux 基金会的统计， Linux 呢每小时会改版8次。注意到不是8行是8次，一次可能几百行几千行。啊，所以你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只是用看的，因为你在看的当下你所看的程式码可能就怎样，可能就改掉了。所以呢，其实你与其说用阅读原始程式码，还不如怎样，是掌握它执行时期的行为。你想为什么 Linux 核心一个小时要改版八次？道理很简单，主要就是什么？修正错误。这错误可能是程式逻辑的错误啦，或者注解有些写错字啦，注解不够精准啦，或者说要追加一些功能。那当然也可能是追加功能的时候引入了 bug， 然后我要去修 bug， 或者修了这个 bug 又引入新的 bug， 诸如此类。好，那总之呢， Linux 是为了这些什么？为了有新的功能，为了修正过去的错误啊，或者说让整个行为更符合标准，或者是符合特定的规范，为了是强化的啊。所以程式码原始程式码已经会变动，这是自然的，对吧？但是很多时候行为是一致的，比方说系统呼叫啊，在我们的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也有个专门的这个议题，专门来探讨什么系统呼叫啊。所以与其呢掌握这个原始程式码啊，就不如先掌握什么像系统呼叫这种啊，就是长期来就没有变动的。然后呢，而且依据 Linux Torvalds 的说法啊，他在2001年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说 Linux 真正好玩的地方是在哪里？在 user space。所以在 user space 有 database， 我有这些视窗系统啦，我有一些各式各样丰富的应用程式。那作为系统 Linux 核心来做什么事呢？啊，就作为系统里面最关键的部分，比方 Linux 核心它在做什么？它提供系统呼叫，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让这些应用程式可以这样稳定的运作。安全的啊，安全的执行，然后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如果在上面有一些特殊的机制，好，比方说它需要虚拟化的机制，好，那我们就透过 KVM 啊这样的一个一些扩充这样的一个延展功能去支持，好，但原则上 Linux 核心就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运作，好，然后呢，我们有 user mode Linux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很多实验，好，比方说你看啊，这边有加
方括号的、啊、就像这个 K3D、啊、注意到、啊、这边写错字、啊、它叫 K 表示什么 kernel、啊、thread、啊、就执行序，那后面还有一个 D 表示 daemon、啊、就是专门来启动 kernel thread 的 daemon、啊、所以注意到这边 有加这个那个角括号的这个这些 process、啊、我们都称为叫什么，叫做 kernel process、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PID2 PID3 4 5 6 7、啊、一直延续到什么，延续到18都是 kernel thread、啊、而且呢你可以从中间可以看到说什么，它里面有包含 kernel thread、啊、然后有包含说 kernel worker、啊还有什么 CPU 的 worker queue 啦、啊、server IRQD、啊、一样，这边 D 表示 daemon、啊、就是背景程式、啊、然后这边还有跟这个 tempfs 有关的啦、啊、然后namespace 啦、啊、甚至 out of memory、啊、的那个处理的机制啦、啊，那包括说还有 kernel 的这个 swapper、啊、那所以就说诸如此类这些什么呢？这些 kernel 的 kernel process、啊、然后呢，在21的话呢，什么？21的话是 user space 的程式、啊、那这个显然是透过什么 init 所载起来的。所以你看、哦、我现在只要有什么？刚才讲过了，只要有核心的原始程式我就可以准备这样环境，你就可以做很多实验啊，而且这个实验呢是很多的哈、你在上面可以做网络的实验啊，比方说你可以在这边设定好网络啊，然后呢，你还可以设定好 GDB 啊，比方说你可以设定好 GDB， 好，比方说你就可以设定好 GDB 啊，然后比方说我就是想要在什么 start kernel 这个地方停下来，好，然后你看，哎，我就会在什么，我就会在这个Init 这个程式的地方停下来，对，好，然后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什么？看得出，哎，这个 Init 目录底下的 main.c 啊，在这个相关的行数呢，就是有这些啊，然后你甚至可以干嘛？就把它跑起来，呜、哦，好，你看跑起来是什么？就真的 Linux 启动了，然后该有的刚才还记得吧？刚才不是讲说传递了64 MB 的一个参数啊，而且我可以干嘛？可以继续运作，哎，你就的确的啊。的确就像一般的程式运作的啊，然后但是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哎，比方说你离开的时候，哎，那 kernel 可以抓到什么？就是 GDB 可以抓到它的那个的 signal 啊，比方说这边 SIG 啊 terminate 啊，就是表示什么？这个 user mode Linux 做一个普通的行程它结束了啊，所以你大概可以感受出来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个 user mode Linux 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来跟 kVM 直接竞争的，你可以想说 kVM 就 production，kVM 就是说这种。比方说你用在云端环境啊，用在你的一些伺服器管理啊、哦、，KVM 的确是非常专业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 Red Hat 要买下啊、哦、KVM 最初的开发公司，就是为了要在整个虚拟化布局啊、哦。那当然 KVM 的效能啊、功能啊，这全面都是超越 User Mode Linux 啊、哦。但是一样，你要去驾驭 User Mode Linux， 不驾驭 KVM， 你就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识。这也是我们反过来探讨。User Mode Linux 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很多时候工具呢，不是说强大，有强大我就学弱了啊。很多时候是要知道我们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好，那除了刚才的描述的事情以外呢，其实呢，在这个以 kernel 的专案来讲的话呢，有一个东西叫 KUnit 啊。那 KUnit 叫什么呢？就是叫做 kernel unit testing framework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对应的描述，就像它的名字所描述的一样哈，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 Linux 核心做这个 unit test 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基础建设啊，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啊，就是说，Linux kernel 从1991年发展到现在啊，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就是这个我们今年是2020年啊，所以你到明年的时候就可以庆祝 Linux kernel 30，对吧？那个30周年啊，这个这么漫长的时间，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这么漫长的时间的前十年啊，就是说1991年到2001年啊。其实 Linux 的那个旧的原始程式码你可以去下载啊，你可以去下载像这个1992年啊、93年、94年啊这些比较早期的版本啊。那你去下载比较早期的版本，你会发现一些有点吊诡的事情啊。当然程式码很精简，然后呢，有时候你发现精简的有点怪，就是说甚至 Linux kernel 里面竟然没有内建的测试程式啊。再讲一次啊，就是在最初 Linux 的这个核心的原始程式码啊，的确是有一些测试程式的啊，但是它测试程式码的强度啦、啊，还有范围啊，跟不上 Linux 核心的发展啊。那这个是在 Linux 早前十年的时候呢，其实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虽然已经让很多公司，比方说像 Red Hat 啦、啊，让 IBM 啦、啊，哈、啊，或是甚至让 Microsoft 都觉得什么 Linux 可能是对整个对整个产业都有很大的冲击啊。但是在前十年呢，其实 Linux 核心的 unit test 它的这个测试的那个系统啊，其实在还是很有限的啊。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当然这么多公司这么多人关注 Linux 之后呢， Linux 也
也在整个开发社群、哦、也做很多调整、哦、所以的确呢有很多人提出如何去测试 Linux 核心、哦、但是呢现在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正式的测试框架其实只有两个、哦、一个是 Linux kernel 的一个 self test， Linux kernel self test self test， 好，就是一个是叫 Linux kernel self test， 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好叫 KUnit， 好，然后呢它是这两者的有些差异，好，那你请你自己看一下文件，好，那但是我现在想讲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现在讲的是里面怎么用到 user mode Linux， user mode， 好，所以注意到，好，就是说在 KUnit 它就用到 user mode Linux， 为什么 KUnit 要用到 user mode Linux？user mode Linux 有很多限制，虽然我们还没有细讲，不过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出来。但是呢，这边用的考量点是什么呢？我帮他画重点啊，就是说呢，就是KUnit 为什么它不用这个不使用其他的技术，比如说 KVM 啊？那主要考量就是说，这些核心开发的不需要在做 unit test 的时候呢，还需要特别去设定虚拟机器啊。那我们知道设定虚拟机器呢，其实它的难处在什么？就是第一个需要硬体资源啊，当然现在这个不是太大问题啊。第二个是说我怎么知道它虚拟机器的完整度啊？比方说这个在这个硬体架构，就是不同的硬体架构，比方说我们讲 RISC-V， 我们讲 MIPS 啊，当然有它们有很多变种。那我怎么确保说这里面的如果Linux kernel 在虚拟机器出问题的时候，我要到底要排除是虚拟机器有 bug 还是核心有 bug 啊？这两个都可能有 bug 嘛，对？那所以这排除就比较困难。那反过来说呢，因为 user mode Linux 启动的时候就是一般的程式啊，所以呢，你就算出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用 GDB 验证啊，你就测一个什么跟硬体架构无关的分啊。所以注意到 user mode Linux 它的限制很多，但是对于 kernel 的这个 unit test 刚好呢，它的缺点反而是变得。它的这原本 user mode Linux 的缺点反而变成优点啊，因为让核心开发者聚焦在啊，比方说它引入了档案系统，它引入了这个网络堆叠啊，就往那个 TCP/IP stack 啊里面它有哪些缺陷啊，然后我晚点还会再提到啊，像这个透过 pcap 啊，就说简单说，你甚至可以把 user mode Linux 里面的封包把它转包给什么，转包给 host 端，也就是说呢，我在 user mode Linux 可以看到 host 端的封包内容。但是呢，我的分析程式跑在 user mode Linux 啊，这个东西特别在你发展这个网络相关的程式是很有用的，因为我们不想要把 host 端的这个环境弄坏啊，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里面的封包啊，了解这个网络的运作啊。好，那这边就提到这个KUnit 啊，那就用到 user mode Linux。那类似的这个考量点呢，在 Android 5.0 之后啊，那 Android 5.0 之后呢，它的有一个测试项目叫做 kernel networking unit test 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user mode Linux 啊，反而在 unit test 很重要啊，就是它在完整功能测试当然很有限啊，因为 user mode Linux 它不是一个完整功能的啊。但是呢，在 unit test 很多时候我们要测的，就像刚才讲的，我现在想要测档案系统啊，测这个网络堆叠啊，或者测甚至包括说编译器的最佳化的这个效果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反而就有用啊。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话呢，就是注意到这个从这个网址你可以看到啊 source.android.com 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啊 AOSP 啊。注意到我们每天用的这个 Android 手机呢。你要说它是 open source 的其实不太精准，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是不会 open， 而且不可能 open 啊，就是 Google 的什么 Google Map 不能 open 嘛，对 ，Google Earth 啊不能随便 open 嘛，这个毕竟里面有很多 Google 的嘛，营业机密啊。所以最大的，我们今天讲 Android 讲到 open source， 其实是讲什么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是 open 的啊，也就是说底层呢这个用的 Linux 核心这是开放源码的，然后呢里面的 C 语言执行环境。是什么？是 open source 的。然后呢，在上面 Android framework 啊，大部分是 open 啊。注意到我们讲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 open 啊。那大部分 open， 然后呢，再来是你们可能会有些什么，像 Art 这样的一个什么虚拟机器啊，这样也是 open 的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讲 AOSP 是讲什么 ？Android 里面可以 open 的，没有因为商标，没有因为商务考量啊而被限制的。当然，在 AOSP 里面呢，其实。正确精准来讲的话 AOSP 里面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 open 的啊。注意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会有软体专利问题啊，比方说你很清楚的就是说像 MPEG 啊 MPEG 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制定啊。那可是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这 MPEG 呢它背后这些什么这些厂商啊，他们其实都有个东西叫 MPEG LA， 看到 LA 不是洛金山啊，这个 LA 是什么，就是一个专门来收这个专利费的哈，它是一家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哈，它专门来做什么专利授权的哈，就是它就跟17家啊，17家主要贡献在什么
贡献这些多媒体相关专利公司取得授权啊，就像那只的统一来收钱啊，他就是不要说他专利蟑螂，他就是该收的钱就收嘛，好，所以就是说，比方说你现在要做一个 DVP player 啊，你要做一个多媒体播放器啊，那 MPEG 也会给你收专利费啊。如果说呢，你需要透过 streaming 啊去播放影音啊，那就要去收钱。那当然，显然我现在透过 YouTube 直播，会不会要缴钱给 MPEG 啊？那显然这个是什么？这是 YouTube 跟 YouTube、Google 啦，跟 MPEG 的授权啊。所以总之呢，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有专利，而且专利的那个有效程度呢，是比什么？比 GPL 比这些 BSD license 来的嘛，来的深刻的啊，就是我们讲的 GPL 它本质只是个契约，它很弱的啊，但是 MPEG-A 它取得的授权是专利的授权啊，所以呢它这里面重要的多媒体专利，它的法律效益是很强大的，它是可以做到跨国跨境啊，而且它整个适用的范畴是很广的。那所以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里面会不会有刚好踩到这个 MPEG-LA 所持有专利？会，而且多的是啊，所以呢，在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里面呢，如果你认真看跟多媒体有关的地方，他就怎么写？他说呢，我们这些程式码呢，尽可能用BSD license， 用什么？用 Apache license 啊，像这种比较松散的、比较弹性的这个授权。但是对不起啊，你不能只是看到这些东西用 Apache license 释出就安全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取得什么 MPEG-LA 或是其他 legal agency 的什么的同意啊，你才能够符合预期的运用啊。好，那大家回来就说，在 AOSP 里面呢，有一个显然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页面啊，就跟你讲说这个网络怎么测试。好，那这个网络测试呢，他就讲到什么呢？就是强调说为什么前面要做这个 unit test 啊？注意到哈，就是在这个测试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是CTS 啊，就是 Android 什么相容性测试啊。然后呢，这边就举说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去跑这个 unit test 啊？因为其实呢，就是Linux 核心呢，虽然获得很多人的检阅，很多人贡献啊，但是因为不同的主态啦、不同用法啦、不同情境，有可能这样，有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错误啊，所以他希望呢去针对一些特定功能去验证啊。然后呢，再是说呢，Linux 核心来讲的话，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在手机里面啊，手机里面所用的 Linux 核心呢，很可能都是比较旧的啊。比方说，你看啊，我们现在 Linux 核心已经怎样，已经是 5.5 版了。啊，但是手机里面不可能用那么新的啊，手机你可能还在用3点多版的啊，顶多新点用到 4.1 之类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升到 5.0， 不可能啊，这当然简单，因为你的手机里面它除了 Linux 以外，还有各式各样什么，各式各样的装置驱动程式啦，还有各式各样厂商所特有的啊，那这些东西都跟核心版本有很大的关联啊。好，那所以呢，因为这些因素，就是我要测试的标的啦，我要测试这种组合好，核心的版本的组合可能很多种啊，所以这边用到 user mode Linux 啊，它就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它就是一个一般的 process， 那所以我就可以用一般的就是设定一般 process 的方式可以去做这些网络测试啊，所以在这家就会跟你讲说这东西怎么跑啊，一样也是用到什么，用到 user mode Linux 啊。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测试的 script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它就是主要是这两个档案哈，一个是叫做 nettest.sh， 好，这是放在 user mode Linux 里面所执行的 root file system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叫做 run nettest 啊，这个东西是跑在什么？跑是 host 端的啊，所以注意到哈，这个是跑在 guest 端，就是在 user mode Linux 里面执行的。那这个 script 呢，你可以去对照看哈，它就是跑在 host 端啊，那提供一些必要的设定。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说明一下啊 ，user mode Linux 的在技术上的分类呢，我们称为叫 pair virtualization。Pair virtualization 的话，就是注意看这个字哈，这个词 pair 是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啊，它就是讲说这个一半的啊，就是说什么叫一半，就是说比方说解剖啊，或者动一些手术啊，那你的可能你不是你的哈，就是说假设有些病患他必须要截肢啊，那所以他动完手术之后，身体就是有些残缺的啊，或者说有些地方就换掉了啊，比方说某些器官啊哈就会换掉了啊，那就是说，所以呢，在虚拟化的用词里面 ，pair virtualization 这个手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去变更他想要执行啊，想要去虚拟化的一个对象啊。所以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想要什么，想要执行 Linux 啊，然后呢，但是我的 Linux 呢，我去变动它啊，像 user mode Linux， 好显然就是什么，它就是属于一种 pair virtualization。Pair virtualization 啊，我去修改 Linux 核心的程式码，对吧？然后把它改成什么？原本应该是执行在一般的硬体上，就执行在这个硬体上，但是我改掉，改完之后呢，让它变成一个
一个 process 啊，它就不是执行在硬体上面，它就执行在什么一个已经开机开起来的 Linux 上作为一般的行程啊。像这样的 pair virtualization 其实案例很多啊，比方说这样那个 Zen 啊，像这个 XEN 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像这个 Zen 的话，就是说它有个叫 Zen Hypervisor 啊，但是如果你要在 Zen Hypervisor 上面执行 Windows 的话，对不起，你要改啊。你简单说，你需要改什么？你要去改一个修改过的 Windows。啊，当然你说好奇的说，哎 ，Zen Hypervisor 当初怎么可以改到 Microsoft Windows 呢？啊，这当然简单，因为最早 Zen Hypervisor 的研究是来自哪里？来自英国剑桥啊，剑桥大学。然后呢，这个英国剑桥大学呢，跟微软啊，微软的研究院呢有很密切的合作啊，所以呢，当初呢，这个剑桥大学在发展这个 Zen Hypervisor 的时候呢，就跟微软的研究院合作啊，所以他们就发展一个很有效率的 Hypervisor， 叫做 Zen 啊，然后呢。Microsoft 的研究院呢也什么去修改 Windows 的原始程式码啊，然后呢，所以执行在 Zen Hypervisor 之上的 Windows 已经是什么修改过的 Windows， 那这样什么好处呢？一般来说呢 ，Parallel Virtualization 的好处就在于说它可以带来什么？一般来说它可以带来很好的效能的提升啊，所以注意到呢，在2006年以前，这一类的 Parallel Virtualization 是显学啊，因为在2006年前呢，很多硬体它是没有这个 VTX 啊 MDV 啊这些 extension 啊，但是呢从2006年以后，特别是2008啊，2008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分水岭。为什么？因为 KVM 啊， KVM 正式成为 Linux 核心的一部分，而且 KVM 可以用到什么 Intel VTX MDV 这些什么这些虚拟化的硬体扩充硬体的延伸指令。所以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从2008年以后，我们不需要透过修改 Guest OS， 我一样可以做到什么很好的效能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KVM 会成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发展 KVM 公司这么值钱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当初这个 Red Hat 收购那个什么 KVM 那后面的那家公司啊，花了多少钱啊？然后呢 ，IBM 又花多少钱去收购 Red Hat 啊？你可以看到这一串的故事啊。然后注意到哈，这个 IBM 收购 Red Hat 呢，其实这个虚拟化哈是投入很大的这个投资啊。好，那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讲 User Mode Linux 它就属于这种 Pair Virtualization， 然后就修改 Guest OS 啊。那 User Mode Linux 呢，在这个分类上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什么？当做它同时兼顾了什么？它同时兼顾了 Guest OS 啊，就是 Guest 的 Kernel， 然后呢也兼顾了一个 Hypervisor 啊，所以这两个二合一的。好。然后呢，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术语啊，就是我们会讲到一个术语叫 sandbox。这个 sandbox 这个词呢，你在很多地方看到了哈。当然，你养宠物的话，一定会看到 sandbox， 就猫砂盒，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就猫呢是相对来讲是爱干净的动物啊，所以它会应该要在自己的猫砂，应该要啊。为什么讲应该要？就是我十几年前呢，就十几年前就养猫，然后养猫就蛮困扰的。其实我以前养的猫。不喜欢去猫砂，不知道是吧？就他就会给我到处便便，然后搞到后来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在内湖租房子，然后我就租了一整层，然后一整层里面呢，我就有一间房间就专门给我家的猫咪啊，因为他不喜欢用猫砂盒啊，不应该大部分的猫还是会用猫砂盒，然后或者这可能是主人的问题啊。Anyway， 就是说猫应该就是这样，应该会有这个 sandbox 啊，所以它隐身意义是什么啊？隐身意义就是说它是一个受限的，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环境下做事啊。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资讯安全领域啊，在虚拟化领域啊，都是很常见哈。而且你可以看到说虚拟化呢，尤其是 KVM 啊，注意到哈，2008年 KVM 对整个资讯科技的影响太大了啊。你说这个东西不是 Linux 核心的一部分而已嘛？错了啊。我们今天去想一下主要的云端供应商。好，比方说什么？比方说 AWS， 好，比方说 Microsoft， 好，那的那个 Azure， 好 ，Google 的 GCP， 好，这些主要的这些供应商，好，然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它背后都有 KVM 影子。你说，可是我记得 Microsoft 的虚拟化建设叫做 Hyper-V， 对，没错 ，Microsoft 的虚拟化呢，的确叫 Hyper-V， 但是 Hyper-V 上面要执行什么 ？Hyper-V 当然上面可以执行 Windows， 但是问题是。更多人要的是什么？在 Hyper-V 上面执行什么 ？Linux， 对，这当然简单嘛，对，就是说，然后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Hyper-V 的 API 跟 KVM 的 API 有一部分还是共通的啊。这我们之后再讲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呢，我们会有个讲座专门讲虚拟化啊，就是讲这些观点啊。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到 Zen 啊 ，XEN Zen， 然后 KVM， 然后 Hyper-V，
啊，那这些，然后还包括说，你可能有听过 QMU 啊 ，QENU 啊，这些东西，这些几个专案看起来都是不同名词，但是它有很多相互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从2008年以后，KVM 成为 Linux 核心的一部分，而且呢 ，KVM 正式由 Red Hat 去接手开发。然后这件事呢，又刚好什么云端，对吧？你想想看，云端什么时候，云端的开发什么时候大爆发啊？就是我们在21世纪。云端服务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呢，在大约是在2008那个时间点啊，就是说变成说像这些什么 SaaS 啦、PaaS 啦、IaaS 啦，反正你听都听不完了哈，就是反正什么鬼都要是什么鬼都是 service 对啊，什么 blockchain 是 service 啦，然后还开一个公司叫 Bdapps 啊，拜拜，拿回来好。那所以就是说这种什么东西 as a service 在2008年以后变得非常重要。那其中为什么这些基础建设可以落实呢？很大的比例来自于什么？来自硬体啊。硬体的是什么？硬体的这些 virtualization， 好，比方前面讲到这个 Intel 啦 ，AMD 的这个 hardware assisted virtualization， 好，所以像 Intel 的 VTX、AMD 的 V， 好，那 KVM 让这东西又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基础建设一部分啊。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呢，在现代的这个系统软体，我们讲系统软体不是只是作业系统啦，啊，包括说编译器啦，甚至资料库啦，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广义的讲系统软体啊。那系统软体呢，在现代。有很重要的趋势，它就是有可能这样会变成一个公共财，好，所以呢，那你会好奇说，哎，那这么重要的东西，它变成公共财，那厂商为什么还愿意投入？好，再讲一次啊，看到 Linux 核心它是公共财，然后 compiler 它像 GCC 这样 compiler 它变成公共财，好，所以任何人可以去使用它啊，任何人可以在什么不用担心被这个什么不用担心被起诉啊，不用担心说没有付钱侵权的前提下啊，去修改这个程式码。哦，那当然你发布还是要依据原本的规范来写，但是说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修改，哦，然后再散布。那你会好奇，那为什么还是有厂商像 Red Hat、IBM、Google、Microsoft 投入大量人力去做 Open Source？ 对，很大很大的问号啊，这当然因为他们获利不是来自作业系统核心，不是来自编译器，哦，他的这些公司的获利，比方 IBM，来自什么？他的硬体的贩售，来自他的顾问咨询啊，那像云端公司呢，他就什么，他可以提供这些软体啊，他的程式码都，他很多程式码可以给你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有办法提供那么好的服务，你可以确保说一天24小时都可以稳定的网络，可以让确保说在这个运作环境里面可以稳定的执行程式码，这是很大的问号，但是这些公司可以啊。好，所以注意到呢，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2008年啊 KVM 啊，那以及刚才提到什么 SaaS、PaaS 啊，你可以看到那些词，很多时候就是那在2008年这个时间前后出现的啊，就是概念跟真正落实啊。然后呢，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AWS 也使用什么？也使用到 KVM 啊。好，那当然，显然呢，我们在 Linux 核心设计讲座应该也要什么探讨 KVM 啊。那这个相关的教材我也在准备啊。不过拉回来，我们今天还是探讨 Usable Linux 啊。我们是个简单有效的东西来分析。好，然后呢，这边呢就说我们刚才讲过这个 sandbox 啊，所以 UML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就可以当做一个 sandbox。好，那所以呢，我可以在这个简单说，你可以去修改那个什么，修改里面的 Linux 核心啊，或者说修改 Linux 核心之上的那些应用程式啊，你不用损害到真正硬体，也不用损害到 host 端啊，就是你的原本启动的那个 Linux 环境，不用担心啊。好，那接着我们来探讨两份简报，那这个简报的时间也很好玩哈，一个在2005年。然后呢，另外一份简报在2019年啊，那你看到，哦，四个这么长的，对，2005到2019，怎么这么漫长时间啊？然后呢，现在快速回顾一下这个 Usable Linux 的历史啊。Usable Linux 呢是在2001年提出来的啊 ，Intel 的工程师发展的哈。然后呢，从 KVM 出来之后 ，Usable Linux 基本上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啊。所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Usable Linux 都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呢，最近是因为什么呢？像这个前面有提到，像 KUnit 啊，还有包括说 Android 啊，这些专案那提出来之后呢，那这个 Usable Linux 又被什么又复活了啊？所以这其实想想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你可能第一次就是你会觉得这样很怪，不是一个半生不死的东西又复活了啊？然后这个在开放原始码世界其实还蛮常见的啊，因为很多时候会做这种文艺复兴啊，就是把过去旧的东西拿出来用啊。其实换个角想哈，你看那个资讯科技的发展，其实就是这种充斥着这文艺复兴的啊。我们回想一下，你看到这个
Microsoft DOS 什么时候推出的？1981啊，就是整个的IBM 的 PC 那个推出啊 ，IBM PC 是1980年代的嘛，然后就是Microsoft DOS 是1981年啊，然后 Microsoft DOS 呢，在1981推出的时候是什么？是单人单工，对啊，就是那个宅男有三单嘛，啊，对，单人单工单恋啊，单身啊，对，那是就是这个 Microsoft DOS 呢是单人单工的。好，然后呢，196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业系统啊，你或许有听过，叫什么？叫 Matrix 啊 ，Matrix 呢，它是一个商业上完全失败的一个作业系统啊，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它很多精髓的设计呢，很多关键的一些功能跟机制呢，一直延续下来，被谁延续呢？在 Unix 啊，那而且 Unix 本身这个词呢，就是这个对 Matrix 的一个什么一个对比啊。注意到 Unix 最早的写法就是这样啊 ，Unix U N I C X 啊，那你看 Unix 跟 Matrix 啊，这个字首的词啊，就写法刚好是对比，一个是多个。一个是单一啊，那所以你看 Unix 当初推出来这个词就是一个带有戏谑的成分在，对不对啊？就是一个 Mat 一个 Unix 啊，然后 Unix Matrix 1965年的 Matrix 它是什么？它是多人多工多处理器啊，所以你看再想一下1981年的 DOS 单人单工单核心啊，因为那时候用 Intel 的这个80888啊8086啊，然后 Matrix 多人多工多核心啊，就我讲的多核心不是那个多个作业系统核心啊，而是说多个 core 啊，就 multiple processor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1965年的多人多工多核心，然后到了1981年单人单工单核，这两个你不觉得这两个对比很奇妙吗？1960年代的东西怎么会做的比1980年代来的先进？这是真的啊。但是因为投入的资本跟期待是不同的。Matrix 那个年代，你想看那个年代干嘛？那是冷战时期，而且 Matrix 的出现跟登月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有很大的关联啊，那你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说明啊，在这个在我们维护的那个什么 Guts 的频道啊，就是这个频道啊，我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解说啊，解说那个什么就是跟登月计划有关的一些议题啊，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在资讯科技的这个领域呢啊，其实不是说比较旧的东西就比较。一切都比较落后，其实不是，好，但是我们会讲说它叫文艺复兴，也就是说，你看到1981年的 Microsoft DOS 为什么要做到单人单工，然后用在相对能力很低的硬体啊？这当然为什么？为了要打入商用市场、家用市场，对，商用家用需要更低一点的东西，所以1981年的东西，它就是很便宜、物美价廉的方式去打入市场的，所以自然它的功能就是限缩到很小很小。但是反过来说1965年代、哦、那时候人类对电脑期待很高的，而且那时候呢全世界没有几台电脑，对吧？所以用当时人类最好的技术，人类巨大的资本，当我们讲的这个人类巨大资本是美国的资本、哦、就是说当时美国那个能够投入资本、哦、所以可以创造出一个 Matrix， 它执行硬体但是是一时之选、哦、事实上全世界没有几台电脑可以跑得动 Matrix、哦、当时我说在 Matrix 发展的时候，它所以它很多要求，比方说多人多工啊、哦、甚至你发现很酷的地方是Matrix 档案系统甚至比 Unix 还先进、哦、很多很复杂的机制。好，但是 Matrix 失败了，它的很多核心概念被 Unix 拿出来重用、哦、然后呢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Matrix 到 Unix 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有些概念还没有拿出来重用，没关系，那过一段时间呢，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云端作业系统呢，其实有很多概念、哦、是在 Matrix 呢，就相当于是把1965年代1966年代 Matrix 提出的那些概念、哦、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讲的 Google 啊 Facebook 其实就是把当时很多概念、哦、是拿出来验证的、哦、拿出来重用的。 User Mode Linux 也有类似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状况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呢虽然中间发展有一堆萧条啊，但是就是被重新的对吧唤醒啊，就是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叫 Virtual Lab with User Mode Linux 啊。那注意到这份简报呢，哎，我写错时间了哈，应该是2004啊，2004年的这个时间点啊，所以注意到哈，里面有些内容是过时的，我们就会跳过啊。好，那这份简报呢，就来探讨说 User Mode Linux 是什么啦，做什么用啦，然后它在什么。要怎么去设定啊、哦、它一些应用案例啊、哦。所以到后面两个应用案例很好玩啊、哦、一个是用在这个 HiveLB 的 cluster 上啊、哦、所以简单说因为启动 user mode Linux 就很简单，对吧？我们刚才示范给大家看啊、哦、所以你可以启动一堆 user mode Linux 的什么 instance 啊、哦、就是一堆这种实例这种执行的那个执行的单元啊、哦、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执行了你的资料库啦，执行你的网页伺服器。好，然后呢我们 HA 强调的地方是什么？
这中文叫做高可用性啊。那其实就是确保说我今天服务，不管是我的使用者的这个什么这个数量暴增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使用者数量减少的时候，甚至没有人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我们希望怎样，我都是可以给你对应的服务。对应的服务啊，当然有可品质一定会打折啊，但是我尽可能去提供你服务啊，所以比方说你要去做什么线上支付系统啦，你要做什么线上查询啦，好，反正我就是尽可能这样回应你啊。那当然会有些延迟，但是它可以在什么可接受的范围内。好，那再来是 case study 那个 OSPF 啊，如果你对网络比较熟悉的话，还是跟那个老铁有关啊，所以就简单说在要注意到这个年代哈，2004年啊，2004年的时候要做网络测试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啊，那但是呢，你可以搭配这个虚拟的这个环境啊，来建构一个系统。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OK， 我们回来。好，那我们再继续探讨这个 user modelings。好，这个我们画质比较差，请接受啊。其实这个换了电脑之后，忘记怎么设定哈。好，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探讨这个 user modelings 啊，那再帮他复习一下啊，那就是。执行在 Linux 之上的 Linux。好，然后呢user Linux 呢到底什么时候适合，来看一下哈，就是如果呢你的运算是就是说你不会太有太多那种系统呼叫，也就是说你不会有那种一天到晚要做 read 啊 write 啊，你就可能做一些运算啊，或者说你只是很单纯的一些静态网页哈，就是静态网页就是经常去服务啊，告诉人家说这个什么服务转向啊，或者告诉人家说这个订票的资讯请洽某某某啊，这种你只需要做很基本的 redirection， 里面有很多繁复的 IO， 这个在 user modelings 是蛮好的哈。那当然注意到，就是因为 user modelings 跟硬体的这个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完全没什么关系哈，所以呢，它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很惨的哈。比方说，针对极端例子哈，当然现在没那么糟了，现在user modelings 效能有提升了。但是如果说你有很频繁的 input 跟 output， 像这种 DB 啊，就是一边是读档对不对，一边是写档啊，所以你如果频繁做这件事的话呢，很惨啊 ，user modelings 的效能会有大幅的折损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前面我们讲那个 KUnit。还有 Android 的案例来讲的话，其实这两个案例都不是那么重视，都不是那么重视说执行的时间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弹性，对不对？比方说要怎么去设计一个网络的环境啊，可以更好测试啊，或者像我们刚才展示给大家看到，如果快速启动个 Linux 啊，快速用 GDB 去追踪，对不对？这个就是很简单，对不对？你根本就不用准备什么工具，它就可以，就是很基本，你怎么编译就可以怎么用啊。那当然你可以在你的电脑环境上执行很多 user mode Linux， 它就像一般的 process 啊，所以呢它的负载完全取决什么，取决你在 host 端怎么设定啊。你在 host 端呢，你可以规范用比方说特定的 core 啊 processor core 去执行 user mode Linux 啊，你可以用这个 processor isolation 啊，那 isolate CPU 啊，或者说用这个 processor affinity 这种啊，就是去设定说我就是让user mode Linux 执行在某几个 core 啊，这是可以做的啊。所以user mode Linux 在尽管在效能上、功能上不如 KVM 啊，但是呢，在这种分析测试其实还是很有用啊。好，然后呢，这边很多页你都可以跳过了啊，因为它现在是 Linux kernel 一部分嘛，所以你不用单独去，最好不用套件啊，最好不用套件，因为很多时候你用 user mode Linux 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前进，就是我就是要拿来改，我就在做实验的哈，那就这样最新的就是相对新的技术啊。然后强烈建议说，如果你要做实验的话呢，请你用 Linux 核心 5.5。以后啊，或是 5.5.1 啊，因为最近又有好几项跟 user mode Linux 有关的修改。好，然后 user mode Linux 呢，在它就是一般的 process 啊，但是呢，你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设定啊，比方说设定一些档案系统啊之类的啊。然后那注意到呢，在 user mode Linux 启动呢啊，它有个东西叫 UNID 啊，就是 user mode Linux 的 identifier 啊，那你可以设定一个 identifier， 比方说 mini 啊，那接着你可以打开另外一个程式啊。就是比方说这个程式叫 mconsole 啊，然后你再打它对应的这个 identifier 啊，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去做比方说 command line 的指定啊，或者要求这个 user mode Linux 停下来啊，甚至可以重开机。那 sysrq 这个有点有趣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啊， sysrq 啊，注意到这个 sysrq 呢，严格来说它跟 Linux 不是它不是 Linux 特有的啊，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存在啊，这个在如果要追溯的话呢，可以追溯到 DOS 的时代啊。注意到啊，在旧的案件啊，就是可能年纪要大一点的朋友啊，可能你的年纪应该要
35吧，或者再大一点，那你的电脑呢就会应该就有一点印象，就是这个会看到这种按键，对不对？叫 Print SRC， 就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 Print Screen 啊。今天的那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以前按键有个专门按下去就可以印出画面，对不对？你其实很难想象，对不对？你看你用 Mac 用什么 ？Mac 是按那个 Shift Command 啊。按那个4嘛，对，类似这种这个组合键啊。那在 Windows 的也有个组合键，对不对？现在很少会有一个什么专门按一个按键的啊，但是在20年前呢，很多时候按键都有啊。而且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Print Screen 底下就有一个东西叫 SysRQ 啊。那这个 SysRQ 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作用就是让 Linux 宕机啊。那你说搞屁啊？你没看到这个标题呗啊？就是 Linux 宕机或者 Linux 重开机啊。这个东西是必要的哈，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Linux 最早在哪一个在哪样的电脑发展？就是在一个IBM PC 等级，或者正确说法是 IBM 相容 PC 啊，因为很多电脑，很多个人电脑根本不是 IBM 做的啊，是相容嘛哈。那相容 PC 就是山寨啊，就一样的词啊，就是只不过很多词就这样，到了中国就很难听啊。其实相容品听起来还不赖的，但是到了中国就变成山寨，对不对啊？像我以前在那个 MediaTek 联发科工作的时候，人家说哎，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在做山寨机？不是啊，我们在做相容机，对不对？好，这个都听起来就好多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 SysRQ 呢，当初呢，这个 Linux 呢，就是在什么，在 IBM 相容 PC 上面发展的的一个机制啊。因为呢，你看啊、哦，你用你的个人电脑启动编译的 Linux 核心，都编完之后呢，用 Linux 开机，这很棒，对不对？好，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么？你可以在 Linux 上用旧版的 Linux kernel 啊，启动了程式，启动了编译器程式，然后编译出新的 kernel， 然后用新的 kernel 开机啊，那。可是问题啊，如果你的 kernel 有 bug 的时候，或者说你执行到一半的想要观察 Linux kernel 的状况的时候，你不可能下 print k 嘛，对不对？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就 有办法下 print k， 但是我就需要停止系统啊，这时候就得按 SysRQ 啊。所以注意到它是一个按键，以前是一个按键，那后来是一个组合键，然后再后来组合键能够按的又更少，所以请你去查一下啊 ，SysRQ 在现代电脑要怎么按啊？好，那 use more Linux 呢，直接给你个什么？给你个选项，就是他就给你一个，就是直接给你一个可以下一个终端键命令啊，就是你透过这个终端就可以下啊，就下到要求重开啦、停下来啊之类的啊。好，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在 use more Linux 呢，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去指定你所使用的档案系统。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挂载之前准备的啊，比方说你可以透过这个操作去挂载你所使用的档案系统啊，比方说用 EST2 啦、EST4 好这样的一个档案系统。那你也可以用什么呢？你也可以用 host 端，好，注意到哈，在 use more Linux 很酷的地方是，你也可以用 host 端，就是什么？就是你开启 Linux 的那个环境，好，就是 Linux 的那个你怎么启动 Linux 它里面的档案系统啊。所以比方说像我这边，对不对？我这边很显然，它目录叫做的，就我的目录名称叫做什么？这个啊。所以呢，我甚至可以沿用这个指定的目录啊。那这个东西就很酷了哈，所以我们称为叫 host fs 啊，就是说我用 host 端的这个档案系统啊，所以这个在测试上就很方便啊。好，然后呢，在这因为这里面很多那个很多资讯都过时了，所以我就会跳过哈。这份简报你不用很认真看，你只要看关键字就好啊。然后呢，再来是说呢，这个 use more Linux 呢，在 KVM 出来之前啊，是测试 Linux 网络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在可能在2003、2004啊，可以看到好多个跟use more Linux 啊，还有网络测试相关的一些论文啊，或者是一些报道啊，主要就是因为在 KVM 出来之前啊，真的很多事都很难做啊。那这边呢，就会有个东西叫 UML Switch 啊，就是说简单它去创造一个什么虚拟的一个以太网络的这个交换机啊。那这个交换机呢，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可以想说我有 Switch， 然后我有 Switch 啊 ，Bridge 啊，对啊，就是我有这些机制，所以我可以创造很多个不同的这个 User Mode Instance， 然后呢，你可以配置不同的 IP 地址啊，然后呢，你可以透过这个虚拟的交换机。啊，就是说我要这个网段啊，甚至另外一个网段我怎么去桥接的啊？那这个东西怎么设定呢？啊，就像画面中指定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注意到就是呢，这个我们这边会用到一个 tap 啊，这晚点会再说明啊，一个 tap 的网络啊。那其实我们用法很多哈、啊。然后这边的话，你把这个虚拟的网络设定好之后呢，啊，那终于你可以用 TCP dump 啊。那熟悉 TCP dump 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说，你可以来分析这个封包的走向啦，分析这个点节点跟节点之间的关联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用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什么，这个是user mode Linux 搭配
Virtual Ethernet Switch。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搭配这个虚拟的 disk 啊，那这边有提到一个东西 call disk 啊，那 call disk 不是讲这个牛啦，而是讲这个 copy and write 啊。那简单说呢，这个你可以去建立一个资源 copy and write 的一个 image 啊，让它对应到某一个装置。好，那接着讲一些案例啊。那第一个案例就是刚刚提过这个 HA 啊，那这个 HA 来讲话呢，你就想到说我今天就是要。我们的环境可能这样，就像电票网站，对不对？你看，就是像之前江蕙，对不对？还有封麦，那封麦的时候呢，就是告别演唱了，所以这个电票网站就非常忙碌，压力很大，那么三不时就宕机啊。然后呢，可是问题啊，电票网站它可不可以时时刻都搭配最好的电脑去跑？不行啊，对不对？因为电票就属于这种一天捕鱼十天晒网的行业，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不可能每天都有什么，每天都活动不可能的啊。那可是活动一忙的时候呢，它又需要什么？需要很多伺服器，所以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开伺服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提供好的服务啊？那 HA 就办了这件事啊。注意到呢 ，HA 跟另外一个东西叫 QoS 啊，其实它概念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但是我们着重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着重是我能不能提供一个基础建设？这个建设是说呢，我能不能依据我的使用的规模、使用的特性去调整啊？那比方说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没有人要订票哈，比方说现在假设没有什么活动哈，那你甚至可以主动把那些什么，可以把这个重启电脑里面的节点啊，或者一些硬体设备关掉。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的需求呢有暴增的倾向，我能不能快速的建立这些对应的这个 instance 啊，然后确保说这些 instance 呢，尽可能可以重用一些啊可分享的资源啊，比方说每一个节点都是各自的独立资源啊，那就不分享资源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 HN 呢就是在什么 use monitors 啊，就可以搭配一个运载啊。那事实上呢，在大约在十几年前啊，那有一些网络公司啊，它其实也有搭配这个 use monitors 来提供一些这种。我们今天叫云端服务啊，但是在十几年前不是叫云端服务，就是反正就是一种就是那种 remote host 的功能啊，那其实就跑里面就跑很多这个 user Linux 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搭配 user Linux 来做什么呢？来做这个网络实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底下就讲这个哈，就讲这个 routing 啊之类的啊。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你算是过时了哈，因为现在网络测试的方式啊，有很大不同的啊。然后再来是说，你可能听过一个东西叫 SDN 啊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啊。那这个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出来之后呢，其实有很多 controller 是 open source 啊。然后它整个模拟的那些 topology 啊，跟那个 simulation 已经好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实际上这有概念就好了，毕竟这个是2004年的简报啊。然后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啊，对，这个如果有空的朋友帮我改一下工笔哈，这是刚才讲那份简报是2004年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2019年啊。那2019年的这个简报呢，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新就是这一位啊，这个 Richard 啊 ，Richard 呢是 User Modinus 最近的那个维护人啊，所以他由这个最近的维护人去讲啊，讲这个讲什么？讲这个他在哪里演讲？在 Open Source Summit 啊，欧洲啊，就是Linux 基金会每年都有一大堆活动啊，那真的是爆多了哈。其实我开了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们看到我打开一大堆啊，这因为我最近要投稿啊。好，那你看啊，就是说现在是2010年的什么的二月啊，对，好像今年才刚开始哦，哇，这多了个什么鬼一样的呗，什么 Kubernetes 啊，然后什么 Hyperledger 啊，好，然后有什么 Linux Foundation 的成员会议啦 ，PrestoCom 啊，好 ，Cloud Native Conference 啊，好，那又来 Kubernetes 哈，然后那个 Serverless 啦。啊，诸此类，啊，就多了跟什么鬼一样啊，什么 Zen 啊，对不对？好，然后那个刚刚讲那个 OSS 啊，是讲这个 Open Source Summit 啊，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简报呢，它是在什么？它的简报是在欧洲的啊，就是在去年的 Open Source Summit 啊 ，Europe 啊，就是在2019年啊，然后如果你认真看啊，就顺便讲一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简报只有34页啊，那你快速看一下，如果说你是台湾的研究生啊，你会觉得说搞屁啊，这个简报怎么做那么丑呢？然后你知道台湾很多教授嘛，对，不包含我哈，就台湾很多教授呢，就是会跟人说啊，我这个简报要写得多丰富，你看，哎，你看啊，这个研讨会一个人要收多少钱的啦？一个人要收700美元吧，哈，六七百美元，那很贵的啊。然后听着演讲，对不对？啊，这个这么贵的研讨会，然后里面的演讲内容写得这么少，对不对？哈，以台湾很多演讲的标准都觉得，对吧？天哪，怎么写那么少啊？然后，而且如果你去看他的那个摘要啊，好像也写的不怎么样，对不对？台湾的这个研究生来讲，很多都写的比较厉害。可是为什么人家可以演讲，不能演讲？
这个呢就是小秘密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呢你看你是谁啊，对不对？就是同样是讲六十目的六十，你一行扣都没有贡献，你去演讲人家不会让你讲的，对吧？那反过来说，你说你想要讲的主题叫什么，叫 usefulness， 而且呢我查一下，我去 Linux 课程查查你的名字，好，然后发现哎呦你真的对 Linux 课程有贡献，而且贡献的地方就是在 usefulness， 所以这样要什么要成为 speaker 的机会就比较大了。我说那你会讲哇，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巨大贡献才有办法做这个才有演讲？其实不用啊，你说那以 usefulness 来讲的话要怎么贡献啊，这倒简单，跟你讲小秘密啊，这个 usefulness 呢它有文件的啊，它的文件呢在这里嘛， documentation， right， 啊，然后你去稍微找一下它的叫什么来着呢，叫诶直接搜寻就好了，我们来找一下，user， 有时候会大小写，所以有人要换一下哈，就是 user more news。好，那比方说呢，这边就有一个嘛，就是 virtual 好，然后 UNL， 然后 user more news， 好吐好，然后呢，跟讲个超酷的，你们看到这个，里面有写2002，对，不要怀疑啊，你看哦，这个文件呢 ，user more news。然后你看哦，这个如果说你用 Git log 去看，对不对？它明明2009年就有改，但是它从没改了干嘛？就只是换名字。好，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内容全部都是旧的，对不对？现在是2020年，但是你在 Linux kernel， 你看到2020年的 Linux kernel 关于 usable Linux 里面描述是什么？2002。好，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底下有很多描述啊，对不起，有很多描述都是错的，过时的。那你说搞屁啊？叫我看过时干嘛？那就是你可以贡献的地方啊，有没有？好，比方说呢，像这一行。就是错的，对吧？因为现在 kernel 已经到了 5.5 了，而且 Linux user mode Linux 已经是 Linux kernel 一部分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apply page， 懂意思吧？你现在就可以对 Linux kernel 做贡献啊，然后所以干嘛？你贡献完再去投稿嘛，对不对？说哎，我对 user mode Linux 又有新的想法，对啊。好，那这个我有个朋友呢，他就讲一句话，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做这些 open source 就像存折一样啊，就是你一次投一点，对不对？你投一次投一点，那你有一天就用得到。比方说，你有一天想要在这个 Linux 基金会办的研讨会上演讲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存折就很好，对，就是告诉人家show me the code， show me your contribution， 对，这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份啊，那就好，然后有什么 Linux。那 usable Linux 呢，在没有虚拟化啊，所以注意哈，当我没有硬体虚拟化，就是那个 VTX、MDV 啊这些 extension 的时候呢，啊，它的执行时间就是会比黑边慢啊。但是，哎，我不讲出来，就说如果你有这些 hardware virtualization 的话呢，啊 ，K 边会比 UNL 快哈，但是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 extension 关掉的时候呢，哈，你用 QEMU 去执行啊，还是会比什么？会比 UNL 慢啊。那所以呢，这个虽然 UNL 不快哈，但是其实你的东西够单纯啊，而且它还是比这个单纯用 QEMU 跑会快哈，所以还是值得去跑的哈。好，然后现在不需要 patch 好，所以注意到啊，刚秀给大家那一份文件哦，欢迎送 patch 给那个 Linux 核心开发者啊，就可以赚到一个贡献啊。好，然后呢，所以呢，你要编译这个 usable Linux 的 kernel 很单纯，你就是怎么编译 Linux kernel 就怎么准备啊，所以就只要基本上拖圈啊，就是更多的拖圈就可以。好，然后注意到呢，这边有个 arch 啊，注意到这个不能念 arch 啊，因为这个 arch 是什么意思啊？是 architecture 的缩写，好，所以你要念 arch 好，那就是我们编译kernel 的时候呢，可以指定 arch 好，那一般来说会主动侦测啊，比方说你在 Intel 架构，比方说我在 MD 的是 x86 64啊，那这样的一个64位的架构下呢去编译的话，它就这样，它就会认定是在哪个环境编译的啊。那这边来讲话呢，我们 usable Linux 呢就特别去指定一个架构叫 UN 啊，那这个东西呢也会对应到 source code， 来看一下啊，在 source code 里面有个架构啊，先看一下 source code 这边有一大堆架构，比方说这个Intel 啊 ，AMD 这些，或者是 VIA 啊，都是在这个 x86 的架构啊。那这个 NDS32 是什么？是那个台湾的这个金星科技啊，金星科技自己的一个架构叫 NDS32 啊。然后，但是呢，你们注意看一个东西叫 UN 啊，这个 UN 呢是什么呢 ？UN 就是 Usable Linux， 对啊 ，Usable Linux。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程式码行数啊，
它的单词很多哈，就是像 use more this。这边的函数呢可能会略多哈，因为我已经编译过了啊，就是单词函数呢就是在什么，在两万行以内啊。那要知道两万行以内是个小的，相对小很多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架构哈 ，Intel 架构就吓死你啊，需要一阵子啊。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好，你看就想关掉没？一个是不到两万，一个是28万啊，一个巨大的差别啊。然后所以你看到，同样是呢在研究这个 Linux 对啊，你研究 use more 你就 Linux 的单纯度了啊。好，所以第一个呢在编译的时候呢指定什么？指定 architecture 啊。那注意到呢你在变更 kernel 的主态设定的时候需要啊，所以比方说 menu config 需要指定 arch 设定成 un。然后呢你在编译核心的时候也要指定 arch 啊，然后不然说你在指定那个编译 kernel module 的时候，如果你有打开 kernel module 的功能的时候呢，你也要指定什么 arch 啊，所以注意点啊。好，然后呢再是就像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它就是一个编译出来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般的执行档啊，然后它也是一个动态执行啊，预设的时候动态执行的一个动态连接的一个的执行档啊，然后呢你启动那后面就是所谓的 command line 啊，那如果说我们搭配看一下耶，好棒，对，升级执行版超爽。然后你在启动 Linux 之后你可以看这个 command line， 好，那 command line 就是还记得我们刚才有讲过吧，好，64MB 的那个机体，好，然后指定什么你第一个要执行的这个 user space 的程式，所谓的 init， 好，然后呢接着呢我们要讲到什么，我们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就是用 host 端的，好，就是 host 端的 root file system， 好，那这个叫 host fs， 好，然后呢你可以指定说我 host 端要看到什么，好，比方说 host 端要看到这个 root fs， 好，所以你大概猜出来，好，如果呢你去 kit root 底下的 init， 一定是刚才看过的档，对不对？这个档案就是在什么 user Linux 看得到的，好，所以同理呢你看到这边 cmd， 好，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就是 很单纯，好，那就跟那个你用那个 kvn 啊Qmin 就还蛮像的，好，但是就还蛮快很多啊。那所以呢 ，user mode Linux 它是什么 ？kernel 再加 hypervisor 啊，把它混在一起啊，一个 pair virtualization 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些机制啊。比方说呢，有个东西叫 early print k 啊，我们现在说明一下什么叫 print k。print k 呢，比方说你用 dump message 啊，这 dumpsg dump message 这个啊，那你会印出什么？印出很多讯息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边印出一大堆讯息，对不对？看一下，从这边好开始印，好，然后呢，印出来说，我是克隆啊，什么时候编译的啦？好，那个 GCC 版本多少啦？好，然后这个启动的时候呢，用哪些参数诸如此类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克隆 message 啊。然后那这些克隆 message 怎么印出来呢？它就透过 print k 啊。所以注意到，很多人 debug 的时候就用 print k， 好，这 OK 好。那虽然我们有一些更厉害的东西啊，像这个 GDB 啊，都没关系。那Early print k 在做什么事呢？好，来看一下啊，就是因为呢，我们刚才在做的就是 dump 这个，我们这些讯息都是用 print k 记录出来的。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就是我 print k， 我一定要设定一个什么？设定的输出装置，我一定要搞定一个终端机嘛？对，像你画面上看到的，我要搞定终端机，我要搞定说我要怎么把这个 print k 的讯息秀出来啊？像说你可能有一个经验，比方说你去搭公车啦、搭飞机，对，有时候遇到那个什么一些车上的电脑或是飞机上的电脑啊，宕机了，重开机又看到一个什么小企鹅的图啊，或是你打开树莓拍，对不对？树莓拍你看到，哎，它就有点像画面中这样子，就是一个一个讯息出来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就是 console 啊，就是一个所谓的终端机啊。我们用不精确的话就说这叫终端机。那问题来，设定终端机需要不要时间？废话，当然时间，对不对？那设定终端机需不需要搞定硬体？废话，当然要，不然你要能够在画面中印出来，你要搞定那些显示的那个驱动程式的，搞定硬体搞定，对不对？可是问题来，像这个 Linux kernel 这个讯息，它七早八早印出来的，所以呢，这些讯息很可能会遇到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它当下要印的时候，硬体还没有做好初始化。好，再讲一次啊，你看到，我们要在画面，我们最终要的就是在画面中输出这些讯息，对啊，就是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叫 frame buffer， 就是说我要设定终端机，我要设定好你这个不管是 VGA 啦，或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显示的这个装置，好，要做硬体初始化都要时间，可是呢，我想印的讯息，像 kernel 的版本啊、机体的配置啊、CPU 的状况，这些东西很可能这样，七早八早就想印了，我不可能等你的
周边都配置完我才印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机制叫 early print k 啊，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缓冲区，它就是你就想要它就放在机体某个地方，我先把我想要印的讯息把它这样把它记下来啊。你当然，那你的话问说，哎，那会不会有空间限制？废话，当然会有空间限制啊。所以注意到哈，有时候你会遇到说，dump 的 message 啊，有些讯息不见了啊，因为比方说 early print k 啦，或者 print k 自己就有个 circuit buffer 啊，注意到哈，它是一个环状的缓冲区啊，所以环状缓冲区有个很棒的地方是，它就是有界限，它就有什么有范围啊，那它就一直印到太旧的资料就会被盖掉啊。然后呢，在 user mode Linux 里面的 early print k， 因为 user mode Linux 不用去管什么装置驱动程式这种事不用管，对不对啊？所以在那个 user mode Linux early print k 是什么鸟呢？啊，它就是一个 f print f 啊，所以你不会有讯息落掉，好，再讲一次啊，因为我们 user mode Linux 的设计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就直接把这些kernel讯息，把它用那个 fprintf 印出来啊，所以呢，你看啊，原本的kernel会有个 circuit buffer 啊，那你还在担心说这个什么终端机有设定好没有啊？但是在 user mode Linux 变得单纯，对，就直接就这么一回事啊。好，然后呢，再来东西叫 pcap 啊 ，pcap 呢，我们这边快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可以去查一下啊，这边这个。给大家一个网页做参考，这就是说呢，怎么去设定这个 user mode Linux 上面的什么上面的网路啊？那你有很多方式啦，就是什么用这个 TUN TAP 啊，那你也可以用 pcap 啊。那 pcap 这是什么呢 ？pcap 来看一下啊，它其实它最主要用途呢，它其实不是，就是说它多数的时候不是来做什么网路的连接什么的啊，它更有用的时候呢是来追踪网路的封包啊。好，那 pcap 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啊，你从网这个网页就大概猜出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TCP dump 啊 ？TCP dump 这个东西呢，超级强大，对吧 ？TCP dump， 它就是可以干嘛呢？它就可以去看这个网络的封包，网络的这些流量啊。然后你会看到，通常啊，在 Linux 的世界里面是这样啊，就是你通常看到选项越多啊，你大概可以知道什么。功能通常也蛮多的啊，来看一下它的简要描述，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的网络哈，我今天讲的网络不是网际网络啊，它即便是区域网络啊，也是可以很复杂的，对不对？因为你的区域网络可能是好多台电脑啊，有透过这个 router 啊、switch 啊这种啊，它就会有甚至会切不同 VLAN， 对不对？啊，那我们会很在意这地方是封包的流向啊，所以这个 int out 对应的 port 啊，还有说我这个。封包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掉包的啦？哈，有这种所谓的 lost 啊，这种哈，那你就需要什么去追踪啊。然后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 pcap 跟 TCP dump 就是相关联的哈。所以简单说呢 ，TCP dump 是提供一个命令的工具，可以让你做那么多分析的啊。然后呢，让你可以做这么多分析，可以独立成一个 library， 这 library 就称为 pcap 啊。所以有了 pcap， 你可以干嘛？你就可以用 pcap 来分析 host 端的封包。那如果呢，你把 user mode Linux 跟 pcap 整合的话，这就超酷的啊！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在看一下啊，你就可以做什么事呢？你就可以在 user mode Linux 啊去写专门的 kernel module， 去写专门的工具啊，然后干嘛？然后去对付 host 端的。好，再讲一次啊，我用 pcap 可以看到 host 端的啊，所以 host 端是什么 ？host 端就像这个，对啊，刚才给你看一下我的网络配置。我的网络配置好复杂，对，就是什么，因为你打开 Dark 之后就变得很复杂啊，然后什么还有这个 TAP 啊，反正就 TAP TUN 啊，反正就网络配置很复杂啊，这就是你 host 端的啊。然后，但是问题啊，如果你以前呢直接在 host 端做实验的时候，你会担心什么呢？哎，你会把 host 端的网络搞坏，对？你看哦，显然，你看到我的桌面是什么？是 Mac， 对，我现在用一台 MacBook Pro 啊，来上网啊，来直播啊。那你说为什么作为一个 Linux 爱用者用 Mac 呢？啊，因为以前有一句话嘛，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啊。那这个翟世福就说过 ，Linux 使用者有钱就干嘛，就用 Mac 啊，就这样嘛，啊，对，就会变坏，没办法啊。好，那剩下就说，你用这个 Mac 啊，你可以连到 Linux 主机上，这没什么问题，对吧？啊，你只要用 SSH 或者其他的工具来上网。可是问题啊，如果你做实验的时候把这个主机，不要说搞挂了嘛，你只要把主机的网络连线弄断线，你就连不回去啦，对不对？这个很显然道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你做网络实验的时候，有时候很困扰。可是呢，你看哦，你为了要改做网络实验呢，你又要什么？你要去启动一个 KVM， 启动一个 VMware， 这件事好像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好像复杂很多，对不对？又可能很久啊。这时候 user mode Linux 又可以拿出来用啊，因为它起
启动快啊，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用知道怎么配置，对啊。所以呢，这时候呢 ，User Modules 呢，在这个地方搭配 Pkit 啊，你就干嘛？你就可以从 User Modules 里面用 Host 端的封包，好、啊，那你可以来做一些实验啊，比方说去挂载一些什么对应的 Netfilter 这些拿出来用，好、啊。好，然后另外一个功能是最近的，好、啊，所以这次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我们要用尽可能用新版的 User Modules 啊？因为新版 User Modules 加了一个超酷功能叫 Time Travel。哦、时空旅人、哦、这个有本电影有本小说吧，小说跟电影好像都是、啊、叫做时光旅人之妻、哦、反正就讲这个嘛，就讲说这个时光旅行的这个过程、哦、然后呢注意到这个东西、哦、Intel 的工程师为什么要贡献这个 User Modules、哦、一样也是在做这个测试用途、哦、那么看一个、哦、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很多时候呢是我们测试、哦、测试很花时间，而且呢你应该有个经验，就是我们测试的时候呢就往往就是在某个时间点，好，某个时间它就因为超时，对不对？像网络连线啊超时，啊，或者说太久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的通讯太久没有回应，啊，它就断掉了。那可是，一旦断掉的时候呢，我下次可能就要重新建立连线，就是大问题。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功能，这超棒的啊，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就是 time travel 啊，这简单说呢，你可以在干嘛，在 user modules 里面变更你的时间啊，所以。以前呢，你只能变更程式的设定啊，变更程式流程来搭配你的测试啊。那现在你有 time travel 的话，这就超棒了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干嘛？你可以直接，你不是中断执行啊，你可以直接改变时间，对不对？叫命运好好玩啊！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很酷的啊，就是而且最重要的地方是，你不用去动 host 端啊，因为它就是完全就是 usable Linux 里面的时间。所以呢，再想一下啊，你的 host 端想什么？你 host 端就像这个环境，对，它有一定的网络主态啊，那它已经有一些这个什么一些处理器，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像我这台电脑，机体已经有很多了嘛，啊，这台电脑只有32G 的这个实体机体啊，然后呢它有64个 CPU 啊，那这个像我这台电脑已经有一些用途了嘛，你看像编号21的那个 core 啊，就这样就已经很多事要做了哈，然后呢编号61的 core 也很忙碌嘛哈，所以你看到就是我在这台电脑上已经有什么，已经有必要的配置了啊，所以我如果要做刚才那个 time travel 在我这台电脑上啊，在我现在给大家看这台电脑要去变更时间，这不可能的，对吧？我有很多程式要跑了啊，这时候呢你打开 user modules 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干嘛，去改变里面的时间，而且这改变时间的时候呢是直接改变啊，所以你可以去看它里面一些文件啊，所以我可以就是直接什么，直接去变更时间啊，所以呢，你就可以避免说像那个程式设计、程式测试的时候，尤其是网络测试的时候啊，它可能会有瘫痪，那你想要追溯问题，你就直接避免瘫痪，然后中间可以搭配像前面讲 GDB 或者搭配其他的 debug 机制啊，这个其实在测试上是非常好用啊，而且做到这功能其实要改的东西不多啊，你看其实这个 time travel 比你想象中的单纯多，才做这么少的修改，才修改200多行啊，这倒很简单，因为直接改了什么，直接改了 time 啊，所以呢你从这个哦对啊，就是说如果你要学习这个 user modules 啊，其实最好也是透过 git 啊去取得原始程式码啊，去看这些相关的变更。那看相关变更的时候，其实对理解那个 Linux kernel 是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比方说你看啊， Intel 工程师去实做 time travel， 那到底改了哪些档案，诶是不是很大启发，当然是很大启发，对啊，然后这件事对你吧了解user modules 啊一样很有用啊。好，然后呢 user modules 内部啊，它就是一个它看起来对，就是一个一般的程式啊，那它 link 到那个 GDBC， 而且在十几年前啊，甚至有人把 user modules 把移植到 Windows 上啊，那不过那些东西就不会动了，所以你也不用管它，但是这也说明什么 user modules 的一些弹性啊，然后呢它是有 main 的啊，是有进入点啊，是像那个如果你看一些书籍啊，看 Linux 的书籍啊，像有些书籍我就不是很喜欢的，就是说花太多时间教你怎么开机啊，但想想多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在意 Linux 怎么开机的。好，但不对，我修正我的话哈，就说多数的时候我们只要把 Linux 装起来，然后知道开怎么做设定，然后开起来就行了。我说以研究 Linux 核心的时候哈，因为真正需要修改到开机相关的程式码，其实这样的是不多的啊。但是要去写装置的驱动程式，要去改档案系统，或是说去变更设定，然后找出系统的效能瓶颈，这样的是多的啊。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在开机以外的地方花更多心思去琢磨啊，那所以在开机以外部分，我们就要很清楚说，哎，程式的进入点啊，程式的流程啊，哈，像前面讲的就是 start kernel 这种东西啊，然后更酷的是 user modules 是有 main 的，有 main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设定终端点了，对不对？好，然后再是像前面讲的，它的 use 那个 early print 可以根本就是用 app print 做出来的啊，所以 user modules
kernel 印出来的讯息是不会漏掉的啊，对，你只要 host 端没有漏掉就好了啊。然后这边呢开始解释一个东西叫 ptrace 啊，就是说呢，执行在 user mode Linux 的每一个程式啊，都在 ptrace 里面执行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就做一些说明啊。ptrace 看一下啊 ，ptrace 来看一下 main page。注意到 ptrace 啊，在早期的 Unix 啊 ，Unix 的第一版就 ptrace 啊。这个机制呢，在 Windows 是没有直接对应的啊，在 Windows 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直接对应的功能啊，但是在第一版的 Unix 就有啊。那当然 Linux 也延伸了这些什么 Unix 的良好传统，注意到加引号啊，因为很多奇怪，很多很别扭啊，但是我们还是当做良好啊。那这个 ptrace 呢，就像它名字上所引申的意思啊，它其实呢可以让你嘛，可以让 tracer 跟 tracing 啊，注意到啊。这个一个 tracer 就是主动去追踪别人的啊，那一个就被这是跟踪狂啊，这是被跟踪的啊，那所以就是一个 tracer 一个 trailing 啊，所以我们通过 ptrace 可以让 tracer 去追踪指定的 trailing 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用 GDB 啊，注意到你不要以为说 GDB 很单纯，对不对？只是下命令，不是啊，你要想看 GDB 的原理是什么，你看哦 GDB这个啊，然后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 GDB 的程式，好，像这个啊，你看到我们就从 GDB 这个执行档载入符号啊，然后呢，酷的地方什么呢？你看到我去指定中断点叫 main 啊，好，那我就指定它，然后我就设定一个中断点啊，那这什么问题啊？你看到 GDB 是一个 debug， 那这边的 GDB 是一个执行档啊，那我怎么去追踪？我为什么可以追踪啊？你看我现在去干嘛？我现在去执行它。好，我们为什么可以执行这个 GDB 啊？你看到这个 GDB， 那我如果离开了，哎，对，按出来。好，如果离开的话，你看哦，这边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里面的 GDB 啊，所以你看哦，我要按两次 quit 才会真的到 coming line 啊。这一次的第一次按的 quit 是什么？第一次按的 quit 是由 GDB 所启动的 GDB， 那第二次按的 quit 是什么？第一个 GDB 啊，所以你看我第一个 GDB 载入了第二个 GDB， 然后呢，我在第二个 GDB 离开的时候回到第一个 GDB 啊，然后而且我还可以设定干嘛？设定一个中断点啊，所以显然你需要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 ptrace 啊，然后我用这个 ptrace 呢去追踪啊，追踪这个设定中断点啊，设定单步执行啊，好，这样一个追踪分析啊，而且呢 ptrace 允许一个 parent process 去监控另外一个 process 啊，然后你不只监控，你还可以去变更里面内容啊，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像你在 GDB 里面可以用 set 啊这样的一个命令啊，可以去改变一个变数内容啊，好，甚至你可以去呼叫啊，呼叫一个 function 啊，来干嘛呢？来改变执行时期的行为。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ptrace， 好，所以注意到就是说在 user mode Linux 所上面执行的程式呢，它是可以用 ptrace， 好，这个意义是很巨大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呢，你可以用 GDB 去 debug user mode Linux 内部的设计，对吧？然后呢，你可不可以去 debug user mode Linux 所挂载的 kernel module， 可不可以？可以。那你可不可以去 debug user mode Linux 所上面执行的程式啊？再想一下那个示意图啊，这个比较难懂，来看一下啊。就是说，你看哦，就是我们用 ptrace 啊，再想一下 ptrace 的用途是什么 ？ptrace 呢，就是可以用这个 process， 它如果叫做 A 好了，那这个叫做 B 好了，那我用 ptrace 可以用 A 去 debug B， 用 A 去修改 B 的内容，用 A 去追踪 B 的内容啊，这个叫做 GDB， 这一系列操作在做的事，对吧？然后现在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这句话啊，注意到这句话啊，这句话资讯量是很大的哈。这句话啊，就说呢，每一个在 user mode Linux 上面执行的 process， 这个好一样也可以用 GDB 去 debug， 所以你 GDB 跑在这里，你可以去 debug 这个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接触 user mode Linux 啊？你有感受到强大的地方了哈？你想一下，如果 user mode Linux 换成什么 VMware， 你看到你在 Windows 上透过 VMware 去启动 Linux。那你可以拿 Windows 的 Visual Studio 去 debug 在 VMware 里面的 Linux 吗？不是不行，但是要做的设定要做的变更是超级巨大的啊、哦！再讲一次啊，就说如果呢我把这个东西换成什么？换成 VMware 啊、哦，那你在上面执行 Linux， 在上面执行 Linux 的程式啊、哦，那你要在这一端去 debug 它啊、哦，不是不行啊、哦，就是只要你写好 GDB 的 agent， 写好一些对应的那个
一些 debug 的一些衔接部分哈，还是可以 debug 的，但是那个难度是很高的，而且资讯量可能少。但是这件事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因为这上面的 process 都受 ptrace 监控，好，都可以被 ptrace 监视，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直接用 GDB 去追踪 UML 以及 UML 上面的程式啊，这个尤其在追踪系统呼叫的时候是很有用的啊。这也是为什么 KUnit 让 user monitors。因为我们知道 unit test 的特性，我们需要追踪东西很多嘛，对，追踪档案系统啊，追踪内部实作啦、啊，甚至包括说那些什么自串啊、诸如此类啊。那你也知道，就是说在 Linux 可能花很大力气去解决资讯安全问题。资讯安全问题很多啊，就是像说很基本的一些 buffer overflow 啦，到后面像一些 side channel attack，side channel 啊 ，side channel attack 格外复杂啊，就是说这个在做什么事？它就是叫旁路攻击啊。那旁路攻击呢，它其实对应到汉语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叫旁敲侧击啊。就说呢，比方说我想要猜你的密码啊，那我可以干嘛？我可以乱猜，对，但是这个要猜中几率很难猜。但是呢，我可以站在你后面，我可以偷窥，对啊，这是一种啊。但是君子不做这种事，不直接看人家的密，不直接瞅到前面去看啊。我只要看你按按键按多久，我按你看你按键的力量，然后按键的前后顺序啊。因为你看啊、哦，你站在后面，如果看不到画面，或者你故意就怎样头转开来，让他觉得你那边在偷看他。但你想啊、哦，就是你看你的那个九宫格按键，对不对？你要从1移动到 9,9 移动到 3, 它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反过来说 ,9 移动到 8,8 移动到6, 啊这相对是快的。啊、那然后呢按了多少键其实你是不是可以听得出来，那是不是可以让这种排列组合的从原本的排列组合很大的一个集合，对吧，就排列组合有效的那些排列本来是很多的，但是因为你把这些资讯都加进去。啊、所以注意到呢，在这种旁敲侧击呢，它其实怎样，它其实让这个攻击的难度大幅的缩减啊、哦，而且呢，这件事很可怕哈、哦，就是说我可以从它输入密码的时间、按键前后的那个什么、前后的手指头移动的时间啊、哦，然后呢，甚至包括说什么功耗的改变啊、哦，因为比方说你做一些数学运算比较花时间，那做某些操作比较对资源的开销比较小啊、哦。那注意到 side channel attack 在什么，在过去啊、哦，就是我们讲这个，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定义过去啊，资讯科技的过去就好了，就我们讲上个世纪好了。上个世纪 side channel attack 它只是一个概想啊、哦，要落实上很难啊、哦，但是在现代不一样了，现在运算力可强了，对不对啊、哦？所以透过 side channel attack 其实已经可以让这个攻击的成功的几率大幅增加，不是说一定会成功，但是它让那个成功几率大幅的增加了啊、哦。那而且呢 ，Linux kernel 花了很大力气去解决什么 side channel attack。啊、所以你会看到查得到，如果说你去 Google 说你找这个啊，什么side channel attack 很多都来自硬体啊，因为它就是可以通过硬体的旁敲侧击啊，去追踪硬体的行为，去追踪你 CPU 发热的状况啊，诸如此类。好，那所以呢 ，Linux 可能花很大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强化资讯安全有没有可能移动性的 bug 有啊？这是很常见的啊，不是说，所以你注意到哈，那个系统呢有看起来像。很多 bug 啊，但是呢，你不要慌张啊，因为一个系统有 bug， 然后能修得了就 OK 的啊。最怕什么呢？乍看没 bug， 对不对啊？乍看没 bug， 但是真的认真用呢，就跑出一大堆 bug。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存在？有啊，对不对？我们在学校一天到晚遇到这个、啊，对不对？你看学生一辈子写程式不会有 bug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学生时代啊，对啊，就是啊，还有不写程式的啊，不写程式也不会有 bug 啊。就是、说当你在学生时代，对不对？你写程式有几个使用者？只有一个使用者，但是那个使用者不是你啊。这件事啊，你在学生时代多数的时候只有一个使用者，好，那个使用者通常不是你自己，是什么？是助教，对不对？好，助教是最惨的、啊，对不对？被迫来用你的程式的，对，好，但是他也不想当使用者，但是就是有人逼他要去当使用者啊。所以这种程式通常他真的不会 bug， 不太有什么 bug 啊，因为没有什么人在用啊。那但是问题啊，就算出 bug 的时候也修不动，对不对？因为期末不就交了啊，就不用人家理会了啊、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上课啊、哦，都要求学生把那个程式码贴在网络上啊、哦。贴在网络上呢，有时候呢，假设有人会用到，用了就会觉得，哎，就会或者写信给他通知嘛，或者有些人把程式码丢在网络上，就觉得，哎，我应该有这个责任，我这个东西是我的门面，应该把它改好啊、哦。我是这样想的啊、哦，我不晓得我学生会有没有这样想啊、哦。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再去看啊、哦，就是说，所以你看到、哦。ptrace 跟 UNM 这个东西关联超级重要啊，这让 user monitors 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环境啊，因为我们不只可以拿 GDB 去追踪
kernel， 也可以追踪这之上的 user program 啊，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哈。好，然后呢，除了这以外的话呢，就是像一些事件啊，所以你看到很好玩哦 ，page fault 啊 ，page fault 有三种 page fault 啊 ，major、minor 啊，还有 embedded page fault。看一下维基百科 ，page fault。先来看那个 invalid 这种 page fault 啊。那 invalid 的话就是大家比较熟的啊，比方说你存取到这个零啊，注意到存取到地址零的地方呢，也不见得是错的啊，也不见得会宕机啊。注意到啊，这取决于你的 MNU 设定啊。所以注意到啊，这句话要认真看啊，它底下有什么 set up the MNU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 MNU 设定什么地址是零的区域啊，或者它相关的范围。它的有特别去设定下权限啊，比如说那个范围呢，就是不准变更啊，不准执行的话啊，那你硬要去在地址为零的地方去变更内容啦，要去执行啊，这时候就会触发什么 invalid 的 page fault 啊。那当然除了 invalid page fault 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两种，一个叫 minor， 一个叫 major。现在看 major 啊 ，major 呢，通常都是你考研究所考试会考的那个啦啊，就是你知道研究所考试啊，其实，哎，这个有时候呢，就会在 PPT 啊看到有不知道是学生嘛还是啊，就是学生就会写说，哎，请问一下，作业秀是不是备课？用背的科目对啊，就啊，对，说还有同学说什么，哎，作业系统都是用背的，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教啊？就是。你想就是，如果作业系统真的那么简单，是吧？有些人是问说，在 PPT 上面问说，请问作业系统是不是电脑科学里面最简单的科目？啊，只要用背的就好了啊。那假设有一门科目，它从头到尾是最简单的，只用背的就好，那为什么不把它排在大一？为什么不排在高中的基概？对啊，对不对？排在高中的基概，大一的基概，为什么不这样？不是啊，啊，为什么作业系统通常在台湾，通常都是排在大三啊？你可以看从台清、交城啊这些，基本上有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学校啊。作业系统都是排在大三，甚至有些大学把作业系统排在大三下啊。就当讲，因为作业系统需要很多背景知识啊。然后，那但是为什么有学生会有这个错觉啊？那是因为我们研究所考试有难度啊。你像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像那个成功大学的资讯工程系的研究所，去年考试啊，去年呢我们研究所考试呢有多少人报名呢？有1400人报名。天哪，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对，你想看。将心比心，如果是出题的老师，你会怎么出题？以成大来讲，看到成大资工所哈，那个是算全台湾最多人应考试的所哈，这当然简单嘛，因为当做台大的模拟考啊，对不对？好，然后考成大就是因为你考台大的要录取几率比较低嘛，哈，但考成大录取几率比较高嘛，哈，然后考上成大也可以不去读嘛，就是可以当做模拟考试嘛，啊，然后考成大还有一个好处嘛，就是我们比较早放榜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应考的人数比台大多啊，就是去考成大资工所跟成台大电机所啊，成大资工所的考生比较多，但是我们放榜时间要比台大资工早啊，你看我们比考试跟人家差不多时间考，但是怎样还要比别人早放榜啊。你懂了吗？因为不早放榜，我们抢不到学生。好，那所以诸如此类，所以我们搞到后来，我们只能干嘛？哎，你懂了吗？就出一些用背的答案。对，好，那所以呢，就很多同学就背什么？背说，哎，什么叫 page fault？ 他就回答这个啊。所以注意到呢，那个问题呢，其实问不好啊。要问你说什么是 major page fault 啊 ？major page fault 就是说呢，就是说当你什么？当你发现那个 virtual memory 啊，已经没有什么。就已经没有可用的机体的时候呢，我可以把什么？我可以把 disk 啊，就是磁碟的空间拿过来什么 swap 啊？那 swap 之后呢，我再重新什么？重新载入我的 page table 啊，这个东西叫 major page fault 啊，所以它很多时候涉及到 swapping。但是呢，有一种page fault 呢叫 minor page fault 啊，注意到啊 ，minor page fault 其实是最常发生的哈，就是通常比方说 major 的话，你看像我这台电脑，我们这台电脑的话呢，就是。的确有开 swap， 但是你看，swap 其实用的不多，对吧？在这边来讲 ，swap 啊，其实用的不多啊。但是 minor page fault 呢，其实是很常见的哈。minor page fault 呢，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比方说你考虑到caching 啊，就是说像这个，比方说我们去做这个page 的共享啊，所以比方说你透过那个 mmap 啦这种哈，这种系统不叫，那我做那个。
比方说我用透过 Nmap 去打开一个档案，那打开一个档案呢，我对它做操作的时候啊，那因为我相关的那个内容啊还没有载入到机体啊，所以就这时候就触发一个 minor page fault 啊，注意到啊，事实上在实务上来讲的话 ，minor page fault 是最常见的啊，就是其实它，那它当然会带一些效能上的开销，所以你会发现说有很多文章在探讨啊怎么去改善 Linux 的 cache 啊，改善这个程式怎么去改变程式的写法，然后让它什么，让它的 page fault 可以降低啊。通常那个都是针对这种 minor page fault 啊，那当然 invalid page fault 这个就是涉及到正确性的嘛，就是你程式都不能执行下去，你就不用讲什么效能问题啊。好，但是呢，这件事呢，在什么，在 user mode Linux 变得很有趣，因为 page fault 会变成一个 signal 啊，所以这样啊，这个是 signal 是吧？就是 segmentation fault signal。好，那我们对 signal 可以定义好几个 signal 嘛，对？好，然后来。那查不是这个，一查的是，出来了，没错，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要查的那个，就说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呢，有好多个不同的 signal， 对，好，像这个，所以呢，你看到、这东西很好玩的啊，这个叫 SIG 啊，这个 SEGV 是什么意思呢 ？Segmentation fault 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一件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呢，当我遇到 page fault 的时候呢，这个 signal 我其实可以触发得到啊。这件事超级重要啊！这件事啊，就是以前呢，你可能只是透过一个虚拟机器去启动个 Linux 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接去修改 Linux kernel 啊，所以呢，在发生 patch fault 的时候呢，其实透过 signal， 而且这个 signal 是什么？就是透过这个 segmentation fault 去触发啊，而且更酷的地方是重要的中断，像 timer 啊，这就是什么？就是 interval， 就是什么？就是 signal。所以哦，你看啊，在 user mode Linux 之前，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些周边都会有各自的 timer 处理啦，或者一些周边的设定啊。但是在 user mode Linux 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它很适合写程式，很适合做追踪，酷吧啊？因为它就是用这个 signal， 那你可以用 GDB 去协助追踪啊。那甚至还可以把这个 signal 可以 forward。好，那接着来讲，刚才有讲过这个哈，就是说在 Linux kernel 来讲的话，它有这个 time travel 啦，还有 pcap 啊，这就是帮助蛮大的啊。所以总结来说呢，可以看到说什么，就是说在user mode Linux 呢，它其实诉求的不是效能啊。如果你真的要效能，请用 KVM 啊。那不用担心，我们之后的这个 Linux 核心设计有专门来探讨这个 KVM 啊。KVM 实在是太有趣了，可以做好多神奇的事情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 user mode Linux 不追求效能，我们追求是弹性，而且这个弹性呢是什么？是 developer friendly 啊，就是说，其实就是我可以在核心的那些开发跟除错分析工具上啊，我可以在达到最好的一个什么？最好的一个运用啊。好，然后再来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user mode Linux 会去重用这个 Linux kernel library 啊。那 Linux kernel library 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个专啊。那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啊。就是说呢，因为越来越多的专啊，就是因为原本呢，还记得我们刚才前面有讲过那个Linux Torvalds 讲的话啊，就是说好玩的东西呢，通常都是在 user space， 可能只是被动提供一些基础建设啊。这个原则呢，从2001年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应该说，原则上这已经是一个大家的共识啊。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说，有很多程式嘛，它是 user space 跟 kernel space 两栖的啊，不是说这个程式它可以在 kernel space 跑，也可以在 user space 跑，不是这样啊，而是说很多部分的程式像虚拟化。啊，虚拟化就是说，你显然你知道可能会需要一个什么虚拟化的一些基础建设，对啊，然后呢 ，user space 也需要一些虚拟化相关的工具。好，那以 KVM 来讲的话呢 ，user space 跟 kernel space 有一部分的界面呢、还有一些基础的操作程式码是接很相似的啊。那档案系统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有特别在虚拟化啊，就是考虑到虚拟化啦，考虑到这些 container 啦这些东西啊，所以导致很多部分的，好像从那个 Naval Stack 啦，或是 File System 啦，哈，还有一些。像这个 Brother 啊，那 Brother 很好玩哈、，KVM 里面也有 Brother。好，再讲一次啊 ，KVM 它的全名是什么 ？Kernel Based Virtual Machine。那你说这个东西关 KVM 跟 Brother 什么关系啊？这当然简单，因为如果我想用 KVM 开启一个什么 Windows 啊，那 Windows 的开机流程重不重要？废话，当然要知道，对，你要模拟不止一台机器，你要连说 Windows 怎么开机，对，你还记得 Windows 可以按下开机的时候不是按 F5 啊，按 F8 不是可以看到一些选单，对不对？那 Windows 是有 Brother 的，而且它 Brother 还有一些
一些设定，才让你做一些调整。你安装，如果你安装过 Linux 就知道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呢 KVM 要不要连这种什么启动 Bloater， 或是从要传递哪些参数给 Bloater， 是不是要连这都要掌握？废话，当然要掌握 Mac 啊。那所以你看到这些 Bloater 有关的程式码，原本只是 Linux 开机的时候才需要，但是因为 KVM 出来了，因为它也要当 Bloater 来用啊，就它也需要 Bloater 的功能啊。那而且这个功能还要做在 User Space 啊，所以呢导致什么？导致说原本很多程式只要跑在 Linux kernel 内部就好，但是因为像 KVM。哦、冒出来之后 ，container 冒出来之后，这些原本只是 kernel 的一部分、哦、但是有需要搬出去重用、哦、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叫 LKL、哦、Linux Kernel Library、哦、然后呢，现在一个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LKL 的开发者跟 User Mode Linux 的开发者、哦、也还合作、哦、所以那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哦、就是说明什么是说明、越来越多的成果会重用、哦、这也是学习 Linux Kernel 正在学的、哦、我们要学的是说知道。开发者在意什么议题、哦、他们花这么多心思，你要知道一件事、啊、依据 Linux Foundation 的统计、哦、90% 的开发者是全职的，也就是说他拿着 Google 啦，拿着 Microsoft， 拿着 Intel、哦、这些公司的钱、哦、全职投入 Linux 可能开发。所以过去呢，所谓那些黑客在电影上看到那些看起来怪怪的啊，就不洗澡啦，然后那个又死肥宅啊，对啊、哦，对不起，我在讲我自己哈、哦。然后就是，你会看到电影上看到那种阿宅一样的那哈、哦，对不起。那些人根本就没几个贡献在 kernel 了、哦、你如果认真去看 Linux kernel、哦、刚才讲过了90%都是那个全职的、哦、而且你去 YouTube 看 Linux 上那些演讲的，你有看到哪几个死肥宅、哦、你认真看 Linux Foundation 这几年都会把录影、哦、都丢到网络上，你去看 这些人 有哪些你是在电影上看到死肥宅的，有一堆都是又高又帅的，有时候我去参加的研讨会都很难过啊，为什么人家又高又帅然后克隆又强，对，那我死肥宅又丑的什么鬼、哦哦、对、哦哦、对，人家不止又高又帅又克隆又强，而且女儿又正，不知道为什么、哦、好 还好我有女儿了、哦、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习 Linux 克隆更多时候在干嘛、哦、了解人们这些开发者在解决什么问题、哦、那他们所解决问题背后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机、哦、你想为什么 Intel 要养一堆工程师贡献 Linux 克隆，因为 Intel 有新的硬体， Intel 对于效能、哦、它不是只是硬体做出来就好，它需要什么 Linux 把这些特别功能发挥出来、哦、那发挥这些特殊功能的时候可能像一些有资讯安全的问题啦，或者说有一些导致一些程式的不正确啦，或者一些缺失，是不是要去克服、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Intel 所要解决问题从这个云端啦、个人电脑啦、哦、或者说一些定制特别的市场、哦、这个才是什么，这是商机所在。那如果你刚好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个什么是真的有办法投入的、哦、那当然你就不用担心升级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在台湾很多时候即便到了高等教育也是这样嘛，对，即便到了高等教育还是要一天到晚跟讲那些哦，跟学生说做这个会有很前提的、啊、做很多这个会有很多出路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在自己在教高职还在教大学，对不对、哦、对，就是反正如果你上课的时候都会跟学生说哦，这个什么哦，这个外面公司很需要啊，那学生就觉得哇，这教的东西很有用，对，那想想有点悲哀，对不对？好，拉回来。那接着我们来探讨东西的是来探讨这个 user modules、哦、我们来探讨这个它的一些设定，好，所以带着大家来操作。那原则上呢，编译 user modules 啊、哦，就跟编译 kernel 一样啊、哦，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看啊，就是那基本上就是编译 kernel 啊、哦。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因为 kernel 的版本会改变啊、哦，所以你需要的工具会改。举例来说呢，在 kernel 啊、哦，新版的 kernel 呢，它会用这个XD 啊、哦、来做压缩档啊、哦，就是它打包的时候会用那个 XD 啊、哦，所以比方说你去下载那个从 kernel.org 下载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副档名是.sz 啊、哦，那你就需要用到这种工具啊、哦、，SZ Tool 啊、哦。好，那这边举例来讲是以5.5.1 啊、哦，那我刚才展示的是5.0啊、哦，不过这不会差太多了啊、哦。好，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的后面一些操作哈、哦，原则上我们就是希望在什么，在这个5.5.1。的目录下啊，去进行，所以我们把它下载这个5.5.1的 source code， 然后在这边工作啊。好，那第一个呢，你要去编译啊。那你这个 target 啊叫做 mr proper 啊 ，mr proper 在做什么事？就是把那个 kernel 的设定档啊清掉。如果之前已经有 kernel 设定档，给大家看一下 kernel 设定档大概长什么样啊？你可以去看那个有个东西叫 dot complete 啊，注意到前面一个点。好，然后这是一个自动产生的啊，那你可以看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主态设定啊，比方说我之前编译的时候又选了 UN 啊，就是这个 User Modules 啊，那这边有它对应的版本啊，那这个版本呢就会对应到什么呢？就是大概对应到 Makefile 啊， 5.5.0
零啊，所以这边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 5.5.0 啊。然后呢，再来是电器，我们现在侦测到的话是 GCC 7.4， 那这 GCC 7.4 呢是 Ubuntu 18.04 对啊， 18.04 LTS 所内建的那个 GCC。 当然GCC 来讲的话，现在已经出到目前出的稳定版是到 9.2， 那 GCC 10正在积极开发，那现在稳定的版本是9.2。 好，哦对， GCC 终于切换到 Git 啊，这是好棒的新闻啊，之前是很辛苦的啊，是用 Subversion 啊。 好，然后呢这个，所以你开始编译的时候呢，就先把那个之前的 dot config 去掉啊，然后呢我们用这个 default config。 那这个最大的编译的时候呢，你要指定这个arch 是指 un， 好，表示 user modules， 然后你还指定一个 sub architecture 啊，当然你可以这个也可以不写啊，因为系统会自动侦测。这个 sub architecture 是这样，就是因为arch 就是我们user modules 是一个什么虚拟的架构，那我这个虚拟的架构呢，其实它最终呢还是要有一个搭配什么对应能够执行的架构啊，就是比方说 host 端的硬体是 x8664 嘛，好，所以我就是要指定它啊。然后呢，刚才提到啊，就是说你变更设定档，所以用这个用指定 arch 啊。那然后呢，你这个编译的时候呢，也要指定这个啊，指定 arch， yes， un。 好，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什么事呢？我们可以 menu config， 注意到要写这个啊。UN， 好，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呢，就是来看，就是当我在做 menu config， 好，然后你用指定，所以注意看啊，你应该要出现这个啊 ，UM， 好，然后呢这边要注意看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有出现一大堆 UNL， 对，好，那就点进去看吧，好，那就是比方说 host 端是什么呢 ？host 端就是 S8664， 啊，这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呢？我编译的时候指定是64位的核心啊，然后呢，我有开启 host file system， 这个东西超重要啊，就是所以你 user mode Linux 可以干嘛？可以 mount， 可以去挂载 host 端啊 ，host 端的那个的答案啊，然后那这个在开机的时候用得到，然后在什么，在执行进去 user mode Linux 的时候也用得到啊，然后像这个哈 ，mage RQ 啊。这个 magic sysrq 啊，这个东西很有趣啊，就是你要请你去查一下啊，就是像比方说它有这个 auto 加上 print screen 啊，那你会问这个问题说，哎，那请问在 MacBook Pro 上面怎么按这个键啊？自己去查啊，反正这个东西是有学问的啊。那这个东西也可以用网络传啊，或者用其他方式去处理啊。好，然后这边就有一些设定啊。然后这边来讲的话是基本的那个 user mode Linux 它基本的 driver 啊，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很酷的地方是这个 extern 啊，不要怀疑，就是说我在开机的时候呢，我可以去指定那个 terminal 形态啊，那你可以指定用 extern， 所以当我 user mode Linux 启动的时候呢，会把 extern 叫起来，对，不要怀疑，就是在你的 X Windows System 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extern 啊。好，然后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其实就是 user mode Linux 啊，有很多程式嘛。其实还有可以完善的部分啊，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然后呢，这边来讲的话，你甚至可以在那边支援声音，对，这个声音很酷，就是说它把这个声音啊，会把它转出去，就是它有个东西叫 host audio 啊，就是一个 relay 啊，所以就是说它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说比方说你在 user mode Linux 播放声音啊，那这个声音呢，会把它转向到什么 host 端的声音装置啊，那。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这部分程式码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方说像 mixer 啦或者一些调整啊。好，那再是 user mode Linux 的那个网络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呢，这边开了好几个啊，其实它有一大堆选项啊，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这个 pkeb 啊，像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都标注成什么 obsolete 啊，那就奇怪，这个 obsolete 对标还 obsolete 就是那个就是被弃置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么多选项都被弃置，只剩下这一个啊。那注意看的东西呢，这个叫什么？叫 Vector IO 啊。这个 Vector IO 是什么呢？这个是这 Vector IO 呢，基本上就是说它是用这个 tape 的架构啊。那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就是说它基本上呢是相对是比较新的设计啊。然后呢，其他这些东西呢，陆续会被丢掉啊。然后我们在后面展示的东西是用这个啊 tape 的方式来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user mode Linux 它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连线啊。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叫vert IO 啊。那 vert IO 呢，还记得我们前面有讲过啊，就是 zen hyper v kvm 啊。
然后呢，这些开放原始码的虚拟化，哎，不是开放原始码 ，IPv4 没有开放原始码，就是这些虚拟化的那个架构啊、哦。那 Hyper-V 有一部分是 open source 的哈、哦，就有一部分是 Hyper-V 有一部分是跟 Linux 有关的地方是 open source 哈、哦，就是说这些专呢，其他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哦，就是现在这个专他们会有一个东西叫 Vert.io 啊、哦。那 Vert.io 呢，你大概从名字可以猜出来，一定是跟什么虚拟化有关，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它具体什么呢？看一下哈。Vert.io， 你要看哪里呢？我想想啊，注意到哈 ，Vert.io 呢很广哈、哦，包括 Windows 也有啊、哦。对对，想起来要看上面的那个 Windows Vert.io 啊、哦。所以比方说呢，像这个啊、哦，你想一件事啊，就是 Hyper-V 呢，你可以用 Hyper-V 装起 Linux， 你可以用 Hyper-V 装起Windows， 对啊、哦。然后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 Hyper-V 呢也支援 Vert.io 啊、哦。那或者说另外一方式就是说，当我用 KVM， 我可不可以启动 Windows？ 可以啊、哦，得益于什么呢？硬体的这个 virtualization 啊、哦，就 Intel 的 VTX、AMD 的 MDV 啊、哦。那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可以让什么事情呢？让这个 Guest OS 不用做修改，它可以启动，而且效能不会有太严重的损耗啊、哦，会有损耗，但是非常微小啊、哦。而且在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虚拟机器有机会跑得比实体还快。好，再讲一次啊，在特定的情况下，啊，在很特别的情况下呢，虚拟机器会跑比实体快。为什么？因为有个东西叫，好，我知道你能相信我找给你看啊，有个东西叫自由 copy，KVM 自由 copy 啊，就让你想个情境啊，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个经验嘛，哈，就是说，如果你有用过 AWS 服务的人哈，你应该有个经验，就是说，你看 AWS 很多主机是开在境外，可能开在美国啊，或者开在其他地方啊，好，然后呢，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哎？你连线连到台湾的机器反而比较慢啊，连到美国呢比较快啊、哦，那就算了。那更怪的地方是什么呢？哎，美国的机器跟美国机器之间沟通，你看到、哦、就是你先连到美国的机器叫 A 好了，那再连到美国的机器 B 啊、哦，你先连到 A 再连到 B 啊、哦，很多时候这件事会比你连到 A 单独连到 A 单独连到 B 来得快啊、哦，所以你看、哦、我先把资料传到 A， 再从 A 传到 B 啊、哦，这个耗费的时间呢？可能比你直接传到 B 来的什么来的快啊、哦？有没有很发生这种事情？有，为什么？因为 A 跟 B 之间呢，它其实它很可能就是用 zero copy 的方式去运作啊、哦。所以我今天这个这样的好处呢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可以在一个 KVM 上面执行好多 guest OS， 但是 guest OS 里面呢，它可以用到这种 zero copy 的那种 IO 啊、哦，所以它的那个资料交换成本可以降得很低啊、哦。那反过来说呢，因为你常常需要跟连到 B 这台主机的时候，在美国的主机，你需要一直到建立新的连线啊、哦，你要耗费的时间是很大的啊、哦。但是如果说你先连到 A， 然后 A 再连到 B 啊、哦，那因为这件事呢 ，A 跟 B 之间它可以享用到这个 zero copy 啊、哦，然后它也不会有新的这个网络连线建立起来，所以它整体耗费的成本会是低的啊、哦。所以这个在虚拟化的来讲的话呢，有很多东西是很有趣的哈，那所以呢，你看像那个 Windows Vert.io 啊，所以它就用力在干嘛？就是底层是 KVM Hypervisor， 然后上面启动 Windows， 然后再搭配 Vert.io 的 driver。那 Vert.io 可以干嘛？我们刚刚绕了一大圈，还是不知道可以干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给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很巨大，就是很多东西，比方说你看到、哦、像这个 PCI 的界面可以用 Vert.io 啊，那你的 block device 啊 ，BOK 是 block 的意思啊，就是说那些硬碟啊，那些典型的储存装置啊、哦，那些 block 装置，比方说你的 USB 随身碟啊、哦，它就是一种 block device 啊、哦。然后当然网络更不用讲啊、哦，然后甚至一些像这个 Ring 啊这种啊、哦、SATA 啊、哦、这些都，所以你可以想到 Vert.io 是什么？它就是提供给 host 跟 guest 之间的什么之间的一个虚拟化的界面啊、哦。所以比方说 guest 端只要能够支援 Vert.io， 那我就可以去存取到 host 端的资源啊、哦。所以比方说你在 host 端如果提供了档案的存取。那我的 guest OS 里面刚好有个 Vert.io 的 driver， 那 driver 呢就可以通过 Vert.io 跟什么跟 host 端要求去存取这些 host 端的档案啊、哦，或是网路。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就什么呢 ？User more Linux 啊、哦，那的整体的趋势也是这样，朝向这个 Vert.io 啊、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面那些都会标注成什么 obsolete 啊、哦，就标注成 obsolete， 不是说它就不要用了啊、哦，不是啊，就是。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 Vert.io 更一致的界面啊、哦，就是 User More Linux 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呢，过去那些网络的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杂啊、哦，然后很乱啊、哦。好，那总之呢，就是说你准备好什么？
准备好核心的主态之后呢，我们开始干嘛？开始来编译它了。哦，对，这也是一个你可以贡献的地方。哦，就是如果你的 CPU 的核心的数量，哦，如果 CPU 的核的数量呢，如果很多的话，像我这台电脑，哦，那我这台电脑有个困扰，哦，就是当我执行了这一道命令，哦，就是接这个 NPLC， 对，就 NPLC， 我们来执行看看哦。它会得到 64， 啊，就是在我这台电脑是64核的，啊，然后呢，所以呢，我就要求用64核去编译这个 kernel，啊，但是很尴尬的地方是，如果你用64核去编译 kernel 的时候呢，就会遇到编译错误，啊，你遇到编译错误是不是要觉得很开心，又可以贡献 Linux kernel， 啊，对吧，啊，这个很重要，这是人生存折嘛，对，你要去面试的时候，你跟他讲说，这个我是谁不重要，对，你每天用的手机里面有我的东西啊，这样就好了，对哈，啊，不知道怎么用了啊，但是这个介绍自己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嘛，因为人家会讲你什么三分钟自我介绍嘛，对啊，应该比较好的应该是什么？面试的时候就是说，你真的要浪费三分钟吗？听我说话，你为什么不去 Google 搜寻？对啊，这类似这种话，对哈，啊，我为了节省你的时间，建议你先去 Google 搜寻再跟我说话，对哈，啊，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当时面试嘛，这不是简单方便，对不对？就是两边都开心嘛，对哈，啊，就直接谈钱就好了，对，直接谈。做内容，不用在东摸西面，都一天到晚在测谎，对，这种太辛苦了啊。好，然后呢，光准备 Linux kernel 是不够的啊，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 root file system 啊，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把它缩写成 root fs 啊。因为 kernel 毕竟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啊，就是它提供了系统呼叫啊，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建设啊，但是你还是需要什么，在 user space 提供有前面讲过的 Linux 的话讲的。有趣的东西都在 user space 啊，所以你就必须提供这些有趣的东西。好，然后呢，准备root file system 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准备啊。那我们这边就用一个套件啊，这个套件很有趣哈，就是过去哈需要定制、客制化这个 root file system， 更多的时候是在 embedded system 啊，就说如果有年纪稍微大的朋友啊，就是可能不是学生啊，可能就已经在工作一阵子啊。那会客制化一个 root file system 呢，其实是过去做 embedded system 通常会遇到的啊。比方说你的 access point， why is access point？ 那 router 啊那些哈，或者说像以前的 PDA 啊，不是手机啊，是 PDA 啊。现在要客制化手机的空间比较少啊，不是容量少，是机会啊，机会不多了啊。然后呢，但是以前呢这种需求是蛮多的啊，而且其实还蛮好赚的啊，这个20年前我帮人家定制改一个那个 access point 的那个，就是改一个那个 router 里面的程式码啊，那个这个我记得那时候随便报价都是台币25万起跳啊，一个人做就好了啊，而且还不用写文件啊，就是把它改好然后交给对方工程师去测，然后测过了就可以交货，可以出货了啊，那现在就不一样对吧，就是你懂了啊。好，那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现在除了 embedded system， 还有一个行业啊，你一定知道行业很需要什么？很需要客制化 root file system， 什么样的云端啊？你想个简单事情，就是像AWS、GCP 啊，就 AWS 的 EC2 啦啊 ，GCP 啦，还有那个 Microsoft Azure 啊，它都提供云端平台啊。那它提供云端平台的方式说法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都有共同点，就是原则上他们都会透过虚拟化。透过 Hypervisor， 那你在上面就可以启动不同的 instance， 那你可以启动的是标准的 Ubuntu Linux， 你可以去启动 Debian Linux， 但是呢更多时候呢我可能会需要一些调整，因为毕竟你知道就是如果你用标准的 Ubuntu 标准的 Debian 启动的时候会有问题嘛，因为他们用的空间比较大，那你也知道云端公司通常怎么跟你收钱，就是看 CPU 的使用量，看你的这个什么disk 空间，看你的网路啊，就有一套收钱方式嘛，那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变动的，所以因为云端的 SaaS 啊 PaaS ICE 这些东西出现之后呢，这个什么客制化这个 root file system 就变成一个显学了啊，所以注意到啊，现在我们讲客制化 root file system， 除了 embedded system 以外呢，云端也需要，对不对？因为这个当简单，因为你可以省下更多的钱。或者说你可以让启动 instance 的时间变少，对，你的 instance， 你的那个 root file system 越简单，你有机会越快启动好你的 Linux 啊。那又越快启动 Linux， 在前面讲的一些在 high availability 啦，在 scalability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嘛啊。然后而且它就是有经济的驱动啊，所以现在很有趣，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这种Linux 套件啊。那注意看呢，这个 Linux 套件呢，它的诉求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轻量级的 Linux 发行套件啊 ，distribution， 而且它的很着重的安全啊。然后呢，它用了
他用到东西是 muscle deep sea 好，注意到这个叫要念的 muscle 啊 ，musl muscle 就那个肌肉那个 muscle 好，然后再来是个 busy bus 好 ，muscle deep sea 呢，它就是一个吸引人的资金环境。然后呢 ，busy bus 是一个工具集合啊。什么叫工具集合呢？就是说，像我们很多工具啦，比方说像kit 啦啊，那 kit 是一个工具，然后printer， 注意到 printf 呢也是一个工具啊，不要，也就是叫 printf 啊，注意到它是编号1的 printf 啊，那也有编号3的 printf， 讲打错字3。那三的 printf 是那个什么？三的 printf 是西元的 function call 啊。那一的 printf 是不是这个一啊？是这个一啊？那是那个 command line tool 啊。然后，所以你看到像这个提供 printf 啦，提供这个 kit 啦，df 啦 ，du 啦，哈，这些工具啊。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叫 busy bus 啊，那就是把这么多工具把它集合起来啊。那这个发行套件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 loop file system 啊。所以，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那个。loop file system 容量啊、哦，容量的话呢，大家可以很小啊、哦，所以我在干嘛？不是我打错字哈 ，du 加 sh。就比方说呢，你看到我这边来讲话呢，其实我已经装了很多东西进去啊，但是才14 mega 啊、哦，但这个14 mega 就是可以启动，对不对？就是说你启动之后该有的 ps 啦，你的什么你 unen 啊，对不对 ？unen 啊，这些有，然后甚至还什么，甚至还一些 kernel module 啊、哦，就是。其实它远小于那个14 mega 啦、哦、我们把一些东西拿掉了。好，来看重新看是。哦对 ,14, 啊 ,14 mega。那所以你刚才看到说如果你去看它的那个看这个 loop file system, 啊、哦、就是而且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有动态连接还是酷的啊、哦就这个好，它其实支援这些 share object 好，那所以它空间很小，而且酷的地方是什么呢？酷的地方是说，它可以动态连接好，所以而且它有套件管理好，那所以呢，这边来讲话呢，就是它上面就是用到一个 APK 好，不要搞错了哈，就是 Debian 跟 Ubuntu 都有 APK 好，但是我们这边用的是这个好，那这边来讲话呢，就是可以去安装基本的套件啊，所以比方说我去安装最小的套件啊，最小套件就包括说 muscle deep sea。啊，还有 busy bus 啊，好，然后呢，底下就做一个准备这个 loop file system。当然，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处理的啊，像这个有一个东西叫 dbootstrap。那这个 dbootstrap， 哎，我打错字啊 ，dbootstrap。那这个 Debian 的 bootstrap 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它可以建立一个很小型的一个 Debian 啊。然后如果说你是用那个 Gentoo Linux，Gentoo Linux 呢也有类似的东西 ，Gentoo。这个在台湾也有一小部分的那个爱好者啊、哦，用这个 Gentoo Linux 啊、哦，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工具都可以让你建立一个 loop file system， 你就选用它啊、哦。然后呢，再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去指定啊、哦，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我先指定 loop file system 形态叫 host fs 啊、哦，那 host fs 会有个对应的 flag， 就是那我们就要给它一个什么目前的路径啊、哦。注意到我们必须要给它绝对路径啊、哦，所以注意到这在 user mode Linux 的运用来讲，要是绝对路径啊。哦好，然后呢，如果你打 quiet 的话呢，它就不会印出那些讯息啊。好，比方说 ，ul， 你打 quiet， 你先把 quiet 拿掉的话，来看一下啊 ，quiet 拿掉的话，就是会印出那些开机的讯息啊。对，就这样，开机的讯息啊。那你可以把它加上 quiet。那就省掉了啊，那开机也快多了啊。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启动啊。然后为了要区隔这个命令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平常我的命令是这样的开头的一个 dollar sign 啊。然后呢，如果在 user mode Linux 来讲，我就用这个啊 ，even l， 然后再用个 sharp 啊，来做这个区隔啊。那你事后呢，可以看这个录影啊，就我们在我们这个 gas 的 channel 基本上都会有提供这个对应的录影，然后也有学生会帮忙剪辑啊。好，然后呢，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 busy bus， 但你要设定一个 symbol link。好，这东西要讲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如果你看这个病底下的这，然后你会发现一个有点趣味的东西啊。你看到这个 share， 好 ，share 是 link 到 busy bus， 然后呢，如果是 user 的病底下呢 ，user 的病。user 的bin
好，那你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看到就是这个 BizBus， 看它的容量，哦、它执行长叫 BizBus， 它叫841228841228，好，那你会发现，哎，奇怪，这边所有的执行档怎么都是这么大啊？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 link 啊，所以呢，这个 link 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啊，刚才有讲过那个 symbolink 啊，所以它其实不是刚好这么巧，这些执行档怎么写，功能不同，为什么都是一样大？因为它就是同一个。好，这两次啊，就是你这些执行档啊，很酷啊，你看到这些这个不同啊，这个是另外一只程式啊，就是说这边有 BizBus 啊，那底下有 cat 啦、cp 啦这些你熟悉的这些命令链啊。那因为呢，这个 BizBus 做了一件事，就是它执行的时候呢，会去检查什么 ？argv 零啊 ，argv 零是什么呢 ？argv 零就是你打命令链第一个命令嘛，就第一个出现切割开来出现那个的执行档的名字啊。所以呢，它去检查啊，我的 argv 零是什么？如果 ARGV0 是 VI， 我就跳进去做 VI 的动作，好，所以它基本上是那个在做一件事，好，那你可以去查一些 BizBus 的一些说明，好，然后呢，这个特性呢就很好玩，好，就可以让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执行档真正有效执行档准备一份就好了，好，那就看它提供哪些功能，好，比方说我的 BizBus 为什么它叫 BizBus？ 因为它真的很忙，好，牛仔很忙，提供很多功能，对不对？好，牛仔又要唱歌，对不对？唱歌要喊卤蛋，喊完卤蛋还要去当评审，当完评审又要去做很多事，好好。然后呢，这个就牛仔又很忙嘛，对不对？好，那这个 BizBus 也是一样很忙的东西，它提供好多东西啊。然后你在真的要用的时候呢，就透过这个 symbolic link 啊，然后再透过前面讲 ARGV 零啊，去判断它是什么，来决定它做什么样的功能。好，然后。这注意到这个只要做一次就好了，就是做开起来的时候做设定。然后再来是说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proc file system， proc， 对啊，你们看到 proc， 好，这个东西是很有趣啊，就是说在传统啊，传统的 Unix 是没有这玩意的啊。传统 Unix 来讲的话，就是 Unix 有个设计哲学叫做 everything is a file， 我在我们 Linux 核心设计的讲座有讲过这个概念啊。那 Unix 啊 ，Unix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 everything is a file 啊。那 Linux 把这个东西又扩充啊 ，Linux 把这个概念扩充到哪呢？就是我把 process 也当作档案系统去看待啊。但注意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 Linux 的发明啊，其实正确说法是 Prenai 啊 ，Prenai 就是 Unix 那一票人啊，就是他们是衍生自什么 Unix 啊，就是 Unix 那一票人继续开发。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因为你是获得巨大成功，然后 Bell Lab 的这一票人啊，比方说 Ken Thompson 啊、Dennis Rich 啊这些同票人啊，继续开发 Prenai。那 Prenai 虽然商务上是失败的追求，但是 Prenai 很多遗产、很多资产是由 Linux 继承的。所以你看啊，这件事很有趣。我再讲一下 ，Matix 是失败的，但是 Matix 的经验被 Unix 继承了。好，当然程式码是重写的。然后呢，Unix 是成功的，所以 Bell Lab 那一票人又想要在作业系统上再突破啊，然后就有个作业系统叫 Prenai 啊，那 Prenai 其实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啊，不过这群人就是你知道 Bell Lab 那票人就很怪啊，总之就取这个名字。然后 Prenai 是失败的，但是 Prenai 的精神被 Linux 发扬光大啊。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叫 PROCFS 啊 ，PROCFS 就是说我把所有的 process 也当作一个档案去档案系统去存取啊。所以比方说你去看那个PROC， 然后就看它神奇的东西啊，来看一下啊，你看到。就是先忽略一些你可能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得懂的哈，但是你看到这边有个编号一，对吧？你们看到一，对，表示数字一哦。然后底下呢就会看到二，然后呢你就看到三，然后五六七八九啊，我知道你看不下去了，直接点到最下面啊，就是最下面是三十一上面是吧？三十一上面是二十一，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跟什么？跟那个之前 PS 的列表有点关联，对不对？你看1234567890到21，21后面有个33啊，就表示原本31不见了，变成33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好玩是什么 ？Proc file system 底下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 process 的内容啊。所以比方说呢，我如果去 cat 什么的 PLC 里面的一部分资讯，比方说去 cat 它的 command line 这个啊。哎，你看这个东西叫什么 ？sh 加 m， 哎，的确也是这个玩意啊。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你可以 dump 的东西很多啊，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啊。比方说呢，我甚至可以 dump 出当下的那个什么，当下的那个机体的面貌
好，所以比方说我对这个 process 很有兴趣，那我可以去印出来。哎，比方说你看这边用到 muscle libc 的是吧的动态连接函数库，好，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搭配看这个你所不知道系源动态连接，还有那个那个 C long time 啊，就是 CRT 啊，那个部分的那个讨论啊，那所以包括说这边有 heap 啦，有 stack， 对不对？你看科技公司面试很喜欢面试这个啦啊 ，stack 跟 heap 有什么差别啊？好，然后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链式啊。然后呢，如果说呢，你去看这个 proc 底下的 CPU info 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只是 process 当作档案来面对啊，那包含说这个 proc 底下呢也很多档案啊，那这些档案呢，比方说你如果去看 CPU info，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CPU 的资讯啊，就也是用档案的形式存在，所以你要去取得作业系统的资讯，你只要有个基本的 IO 啊，就是能够打开档案，能够写入档案，能够读取档案内容就可以做到啊。那当然 proc 底下呢，大部分都还是围堵的哈，那有几个。Proc 底下有一些档案，好，我们就写 entry， 好，它是可以这样，它是可以写入的，好，这取决于它的特性，好，所以你可以透过 Proc FS 呢去跟 kernel 去沟通，好，再次你发现，哇，这个原来测试链式环境是一个什么，很安全的事情，好，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知道，在 KVM 出来之前，为什么 user modding 是这么重要？因为你没有好用的。Virtual Machine 没有好用的 Hypervisor 啊，你就只能用这个 User Modding 式啊，所以你大概知道，在那个这个在2006年啊、07年之前啊，这些 User Modding 式讨论多啊，那 KVM 出来之后呢，这个整个社群就整个直接怎么直接换跑道了啊，因为整个功能跟需求啊就不同了。好，那这边可以查一下，有一个叫就是 SKS 啊，那这个东西叫 Separate Kernel Address Space 啊，那这个东西跟这个整个 User Modding 式效能有很大的关联啊，那这件事呢也跟那个kernel 的 debugging 哈 ，user mode Linux 的 debugging 有关联啊，请你回去查一下。好，然后再来是你可以去做网络设定啊，那这边做设定的示范是那个透过 TUNTAP 啊，所以注意到你在有个 kernel module 叫 TUNTAP。TUNTAP， 哎，可我的 TAP 跑出来 ，TAP。我应该有设定好像想想 TUN TAP 对的，现在是 TAP， 所以 TAP 好，那这边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就在注意到这个 host 端要载入一个 TAP 啊，然后它是就是你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它 TAP，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如果你去看文件发现看不完的话呢，你可以看图片啊。好，所以 TAP 呢是什么东西呢？来看一下这张图哈，就是你会有这个以太网络的装置啊。这 ETH 不是那个啊，不是以太坊啊，对不对？好，对不对？都能看到 ETH 会兴奋，对啊，这是排名第二的加密货币布什啊，这是 Ethernet。好，这个是这边 Ethernet， 那 Ethernet 上面会有这个 TCP/IP stack， 所以比方说提供这个 TCP 啦，提供这个 UDP 啊，然后上面会有存取这个核心服务的什么的 process， 它的 user mode 啊。那 TUNTAP 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注意到它是一个 kernel module， 所以看我刚才在打字在干嘛，在检查这 kernel module 有没有挂起来啊。所以我这个透过这个 module 之后呢，这个程式呢可以直接读取，所以注意啊，我可以绕一个路来干嘛？绕一个路来读取这个装置啊。所以实际上我读取装置的时候呢，是读取什么装置呢？是像这个 TAP 这个装置。我的装置跑去哪里？我查一下那个 TAP 啊。就是 TAP 啊，没看到啊，所以我们会有个装置叫什么 TAP Zero 啊，我就这边建立一个装置啊，然后呢，这个装置建立之后呢，所以我的 process 就读这个，那你想我为什么不走这个啊？你看啊，我们再看一次这个过程啊，我们建立一个 TUN 的装置，这个 TUN 装置可以直接存取到 TCP/IP 的 stack 啊，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 user modding 呢，它就是这样，它就是简单说。因为我不能碰到 host， 我不能直接碰到 host 端的 stack， 因为 host 端也要上网啊。但是我们 guest 端也想要上网，怎么办呢？这件事有趣啊。所以我先做什么？我先把这个装置建立好，
那建立好之后呢，我呢去读取这个装置，所以我从这个装置里面读取到什么？读取到网络的资料。那但是这个 T1 呢又会用到 host 端的 TCPIP stack， 好，所以你看我上面的 user mode Linux 不用跟 TCPIP stack 打交道，因为我不能直接存取这边的内容啊，因为我存取这边内容会错乱，对不对？因为我可能我这上面会有自己的不同的 IP 地址，那原本这个已经设定好 IP 地址，但是如果先绕了一圈，就是你看我先这样绕了一圈，所以我可以这边有自己的地址，然后我可以把封包转包过去啊，所以呢我就可以干嘛？我就可以从我这个 guest 端存取到 host 端啊。好，那所以你看到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设定会怎么做呢？我就设定一个装置啊，比方说 TAP 的模式啊，那把这个装置设定起来啊，然后给它一个网那个地址范围啊，所以比方说这个，你可能要去查一下说那个 IP 地址的一个设定啊，那晚点我们会在共笔上加一些文件给大家做参考啊。所以简单说呢，在这边来讲，我们做什么东西呢？我们来设定网络的这个界面啊，跟它有效的这个 IP 地址的范围啊。好，那接着来要干嘛呢？来设定 user mode Linux 启动。好，那启动的时候呢，我就需要指定，好，我就指定一个装置 ETH0， 好，就是什么？注意到这个 ETH0 是什么呢？是这边的，这边 user mode Linux， 好， user mode Linux 呢，我就把它对应到什么 T1 TAP。哎，你们觉得这个很熟？就是这个嘛，好，就是指定说我用的 T1 TAP。好，所以你注意到，我刚才讲 T1 TAP， 好，然后当然你的 kernel。改版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名字会有些变动，可能要查一下啊。我用了这个界面，所以你看到这个 TAP0 是谁提供的？是 host 端提供的。然后呢，这个 ETH0 是谁看到的？是 guest 端看到的啊。所以我把 host 端的 TAP0 对应到 guest 端的 ETH0 啊。然后呢，之后呢，在那个 user mode Linux 呢，就可以做这个设定啊。注意到这是在 user mode Linux 设定啊，你可以地址表示192.168.100.100啊。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 ping 啊。那你就可以，比方说你可以拼自己啊，192.168.100.100啊。然后如果说你有一些必要的一些设，如果说你对那个IP table 比较熟悉啊 ，IP table 比较熟悉的朋友呢，那你就可以搭配IP table 的使用啊。那这边也给你一个提示，这上面有一个说明，在这里上面有说明说 user mode Linux 该怎么去上网啊。这有些比较完整的一些说明，就是说，包含说上网一些限制啊，哈，有些东西是比较容易的 ，host 端可能不用什么改的，比方说像这个那个 slurp 啊 ，slurp 的话是不需要那个啊，不需要那个不需要特 host 端不需要特别变更啊，只要跑一个 server 就可以啊，那但它也会有限制的，因为它就不能追踪那个 host 端的封包啊。好，那所以总之就是说呢，在这个 user mode Linux 的网络设定呢，其实有很多弹性啊。那我们之后呢，会有个作业啊，就请你去做这个相关的实验啊，就是说怎么去配置说，比方说建立两个 user mode Linux， 然后去相互去找到彼此啊。再给你一个提示，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话，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什么呢？你可以参考 Android 啊 ，Android 的这个网络设定啊，它其实有一些对应的 script 可以去使用。好，那这边讲完了这个网络设定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讲这个 user mode Linux 的环境客制化啊。然后这边你可以用到一个工具啊，这个有个工具叫 Tiny 啊。Tiny 呢，就是这个工具的用途呢，其实很简单啊，但是很有用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启动不同的 guest OS 啊，那 guest OS 有时候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就执行到一半就挂掉了啊，因为你说就是我们反而在 guest OS 里面做很多很激进的或者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虚拟化嘛，对啊，就是如果你凡事都要很谨慎的执行的话，你可能都是都不能做。然后那所以呢，往往我们在 guest 端会做一些比较有实验性的功能啊，但是呢，很容易就造成 zombie， 就是一个所谓的这种什么这种僵尸的一个僵尸的形成啊。那为什么会有僵尸形成呢？因为这当前就是说，我们启动一个程式的时候啊，就让你看我建立一个，然后我建立一个终端机好了，我可以建立两个终端机。建立三个终端机，我可以一直建立这种终端机，对不对？好，但是如果说这个终端机呢，它关不掉，好，或者终端机就是不知道陷入什么状态，我关也关不掉的时候呢，这该怎么办啊？所以我就怎么办？我现在是等到这个形成的状态，它可以被关掉，或者它愿意主动被释放的时候，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否则我就一直停着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陷入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就是
它就像僵尸一样，它明明就死了，但是它就是 不释放支援。那听你这个工具呢，就是可以去消除这个zombie，那也可以去看它相关的那个 source code。其实它原理很简单，反正就是它就当个 raper， 当个 init raper。所以我就是用 Tiny 透过 Tiny 去启动那个我们的 share 真正有用的东西是我们那个 share 所以比方说你为什么刚才可以打那些命令就是因为我们有 share 好，那一样呢，你就在这边加就是比方说你就加了一个建立一个init.sh 注意到我一开始给他的那个 host 端改的时候要在什么 root.fs 这个目录底下的 init.sh 但是呢，我启动完 use more Linux 之后呢那它就会是什么？它就是在就是 slash 就是在那个root 目录底下的那个 initfs 然后你可以去变更那个什么，变更你的这个提示符号比方说呢，我们刚才看到是绿色的那你可以返璞归真你可以这样写，哎，在那边单色的那当然你可以换不同颜色的底下这边有一些说明这东西蛮好玩的就是它可以去帮你建立一些对应的那个设定不同颜色啦，好像这个指定不同颜色，然后它帮你产生，比方说你就是想要用，比方说前景就是想要用绿的然后呢背景蓝的类似这样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东西，那就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就可以得到超超的好潮的东西哦，我怎么样，我好好说不出来，有点奇怪的感觉反正就可以自己慢慢玩好，那所以就说然后这边用颜色区隔还蛮重要的因为虽然 user mode Linux 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总是会耍笨嘛。比方说你这边 R 减 F 对不对？对，像这个对，这边做其实没关系因为它只是一个 sandbox 对。但是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按错环境？对，如果说你只是 R 减 F 在 host 端，天哪，你要哭出来对那可是呢，好玩就是什么？就是会搞错嘛，对吧？所以像你看，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就会去变更我宁可让那个host 端看起来资讯比较长一点然后 guest 端短一点反正就看你的习惯，但总之就是要能够区隔这种事就是你只要遇过一两次你会崩溃什么定制客制化 root file 时的时候把 host 端搞坏那个很可能一个礼拜都不用上班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砍坏了什么就是尤其在工作环境，如果有遇过的朋友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通常出事之后出问题的时候，人家就会跑来关心你你的同事就会说：“那个说好要给的东西在哪里什么的反正你平常都可以照自己进度做那你现在录的 file 坏掉，你要又要重建，然后又要给进度，还要应付别人那你知道那搞这个东西辛苦好，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说用 user mode Linux 的，除了做刚才那个客制化档案系统之外，我们还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来用这个来研究克鲁马九所以呢，比方说呢，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先准备一个当然我要先编译好那个克诺马九所以你可以照这个方式去编译。那编译完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些 KO 的答案就编译完之后呢 ，KO 就是克诺 object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来讲的话呢，在你如果执行完这一道命令之后呢，那你大概会得到这些东西那原则上都是跟网路啦还有包括说这个 host audio 这个很好玩其实大家也可以试看那还有 ISOFS 就是CDLong CDLong 它的用的档案系统那我们这边就是照着这个命令所以如果你这些命令做完之后呢，你预期呢应该会在 lib 这个目录注意到不能讲档案夹，你要讲目录就 directory 是目录不是档案夹档案夹叫 folder 就是 directory 跟 folder 有很大的差异好，那这个如果你的这个操作做完就依据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你应该会看到 user module 底下呢会有这个就是这一串词这么长是什么鬼你们看这个它是什么 kernel 5.5.0 然后后面有个什么 hash 那一样这个 5.5.0 后面 hash 再加什么这个东西就是编译的时候会有一个编译的时候会有一个会产生一个 hash 然后你可以顺便想一下为什么会有7你大概猜得出来7就是编译了7次但是 kernel 怎么产生出来的再讲一次你看到这个讯息是从 kernel 告诉你的对吧但是呢编译了7次第7次编译这个资讯怎么被保存下来怎么传递到执行档里面怎么保存在执行档肯定有些学问对吧这也是我们学习 Linux kernel 很重要的我们不是一直在追究 source code 所以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执行起来你才能看到本质嘛对本质看到Linux 客户所提供的服务你才也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再由这些细节推回去一下
为了做到这件事 ，source code 要做哪些事？好，不是看那些点 C 档，不是看那些点 H 档，好，还要看那些 make file， 看那些 script， 好，甚至去想好整个这个流程啊，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好，然后呢，所以呢，你在这边来讲话呢，你就会看到这边有kernel module 啊，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那这边的话，你就会看到，这边就是有 kernel module 就摆在这里面，好，好，然后呢，你就会试着去挂载，哈，挂载一个file system， 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会看到这个，啊，这个 ISOFS 挂载，好，那接着我们来建立一个 Hello World 等级的一个 kernel module， 好，所以它的程式码大概长这样，就是我放在 test mode 下，好，那我们就建立一个 Hello， 好。所以这个东西很单纯的，就是去声明它的 license 啊，然后呢，注意到这边有 init 跟 exit 啊，那我们就搭配这个啊，就是告诉说 init 的时候要跳到前面去执行，那当我 r module 的时候呢，跳到这边去执行啊，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去准备一个 makefile， 好，注意到我们前面也讲过，我在编译核心的时候，包含说编译 kernel module 啊，要指定 architecture 啊，所以你这边指定一个 un 啊，其实 kernel 的时候。可以不指定啊，不过就对称写的哈。那就是说那个我们可以这样编译它啊。那接着来看一下怎么编译，好，就这样 make 解析。好，那你会看到上面有个 m， 你们看到这个 m 啊，就表示什么 kernel module 编出来了。所以我们来检验一下，比方说检验test 这个目录底下有没有点 ko。有，好，那我们刚才产生 KO 在这里，好，然后呢，接着再做什么呢？我就可以在 user mode linux 啊，当我要copy 到 user mode linux 看得到的地方， user mode linux 看得到的地方在哪里呢？在 root vs 这个目录。好，这是我要进入啊，所以注意到啊，在供笔上面写的进入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啥？执行这个命令点 URL 啊，所以你这学习这个 share script 其实很重要。好，然后启动了，然后启动之后呢，来看一下啊，不是这个 KO hello 点 KO， 好。然后呢，你就看到什么，就 intro hello world 啊，很无聊嘛，对啊，然后你可以 else mod 啊，的确有个 hello， 那你可以干嘛 ？mod hello， 好，哎，那你看到这个，还记得那个程式码对？在那个程式码其实它很简单嘛，就是它有两个 function 啊，然后这两个 function 呢，你额外去注册啊，去注册一个是 insert module 的时候会执行的。另外是 R module 的时候去执行的啊，所以就对应到这两段。当然，你如果总是写这种等级的程式，你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好，然后接着我们来想说，为什么需要 use Linux？ 因为可以做更好玩的事情啊。那 Linux kernel 有一个东西叫 gfs 跟 hd 啊，请你查一下他们这两个具体的定义啊。那简单说，这个 gfs 呢，它就会记录这个我们启动到目前为止的资讯，就是像这个时间。你会想说，就是想说那个。先想个不精确的想法啊，就比方说你去看那个像 time 对不对啊？看到 uptime， 好，比方说你看啊，我这台机器开了61天了啊，然后61天再加什么14个小时52分嘛啊，然后呢我再按另外一次 uptime， 哎，你要看这个秒数有改变了，这12秒，那现在跳到23秒啊，所以你就想一件事，就是说 gfs 呢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就像个心跳一样会跳啊，跳那个心，就像心跳一样会有一个。次数一直得加啊，它一直得加的啊，这个叫 gfs 啊。那当你会好奇说，既然是累加的，有没有遇到 integer overflow？ 会，好，所以呢，这就是什么 ？Unix 2038问题，有一点印象吗？ 2038啊，你会有听过那个千禧年问题啊？但是呢，在这个 Unix 来讲是所谓2038问题，为什么？因为2的32次方，如果说你的 counter 是用32位元啊，那刚好呢，它就是什么2的32次方减1是它最大范围。那超过之后呢，就可能导致什么？导致如果说你的 timer、你的一些这种计时器用的是32位元的整数去表示啊，就会有这种问题啊，就2038。其实想想这件事没有很久了，对不对？你看今年是2020啊，距离2038其实就18年不到的时间去面对啊。那你可以看一份报告啊，就Linaro在讲这个2038问题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呢，这件事还没有真正解决啊。所以你看2015年 Linaro 的这个工程师呢，有一个叫什么，他说刚好是2015年的时候，他就讲说什么23年的 countdown 啊，就是说讲到这个2038问题啊，2038啊，那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相关的描述。
好，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实验啊，所以我们的实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去跟科农要这些资讯啊，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名为叫 tix 点 c 的档案 ，tix。好，那这档案呢就稍微复杂一点啊，就是先来看一下 header file 啊，跟大家讲说 kernel module 啊，然后会有一些 init 资讯，然后我们会透过一个档案系统叫做 sysfs 啊 ，sysfs 呢，我们到 user mode 里面来看 ，programfs。做的事情是把 process 把这个 kernel 资讯当做什么档案来存取啊。那 sysfs 呢，就是把作业系统的内部资讯啊，讲的是内部的啊。所以内部资讯呢，就是不见得会有开放出去啊。然后呢，它很多时候可能是跟那个作业系统的内部作业系统的那些档案系统的实作啦，或是像那边来讲，这个装置驱动程式它所揭露的这个资讯啊。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是什么由这个。驱动程式的、啊、或是以 programmer 自己想要去揭露的啊、哦。你看啊 ,prog 来讲话呢它揭露东西是像那个版本啊什么的啊、哦、就是很多公开资讯啊、哦。那 sysfs 呢是它就是也不是说不公开，而是说这个资讯特别专属于特定一个领域特定一个范畴啊、哦。所以它有机会做得更细致啊、哦。所以我们这边来讲话呢我们就想要建立一个什么建立透过 sysfs 去保存这个 tix 啊、哦。所以最后呢我们希望什么就是最后呢，我们就希望说，我建立一个 sys 在 sys biosys 里面有个 tix 啊，一开始是没有的，看到吗？如果说你开始去看这个，他跟你讲什么 no such file 啊，那没关系，我就准备这样的一个 kernel module 啊，那这个 kernel module 就是说去把那个 gfs 印出来，去把 hg 印出来啊，请你去查一下啊，顺便去查一下 k object 在干嘛，然后呢，这是 attribute 的设定啊，这个也是跟kernel 的设定有关的，我们先不要管它，然后呢，这个是。Module init 的时候会去做的事情啊，然后总之就是说，在 sysfs 就是有去注册一个 group， 那这个 group 的名字就叫什么？叫 tix 啊，所以之后呢就会建立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还看不到这个内容啊，但是呢，我只要去挂载什么？挂载那个 tix， 看那个名字叫什么？sys 的底下的不是这样。是 tix， 好，我就编译它啊、哦、，test 底下的 tix， 确认一下啊、哦，对，好，这个编译它，然后呢，这个编译完之后呢，就会产生是吧？产生 tix 点 ko， 然后把它看过去，好，然后再使用 use modulus， 然后这时候呢，就会发现有。tix 的 ko， 好，然后呢，挂载完之后呢，哎，这个目录底下就有了，看到是底下的 tix， 哎，就有档案了，啊，有两个，好，来印一下，比方说印一下 gfs，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数字就是那个一个 counter 一直跳啊，然后再印次19，好，就是怕你没看清楚啊，我们先把它放到 a， 啊，放到这个 a1 好了。然后呢，再过几秒，12345678910，好，这默哀嘛，哈，马前总统的默哀，好，好，你再印次 A2， 好，所以呢，把这个 A1 跟 A2 分别来印出来 ，A1 A2， 好，哎，忘记加那个哈分行符号，所以呢，我需要一个这个啊，然后，所以这个是987，好，啊，知道了，这个再加一口，好，然后呢，再看 A2。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数字呢，就是你看 A1 的就是这个值嘛，哈，那到 A2 的时候呢，就是往上加，哈，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是单调递增，啊，单调递增的这个 gfs， 啊，然后呢，除了这以外的话，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去 get hg， 啊 ，hg 来讲话呢，我们是有设定的哈 ，hg， 啊，那这边设定是100，然后这个东西的怎么来呢？来看一下 kernel 设定 ，hg， 好 ，config hg。这个好，所以你如果去找这个 hg， 我们看到 hg 现在定的是100，好，所以你看到我们首先要撰写 linux kernel module， 好 ，linux kernel module 让我们有一些空间啊，可以让我们去追寻、去探索 linux kernel 的一个内部设计，好，甚至呢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去变更 kernel 行为，好，什么叫 kernel 行为？当然除了把 linux kernel 的名字改掉了，好，然后必须承认啊，1997年啊，那时候我刚接触 linux kernel 的时候，你说我做一件。
很低级的事情，就是把 Linux 名字改掉啊，不是改 Linux Plus 的名字的嘛，是改 Linux 这个字啊 ，Linux 这个字啊，然后我就发现怎么改都改不完，就是我就希望你看啊、哦，就是一开始改的东西是，比方说这个就是改这个啦，好对啊，就是把它改成我想要的作为系统名字啊。不能跟你讲啊，就是以前喜欢的女孩子的名字啊。好，那总之就是我改成以前喜欢女孩子的名字当做作业系统啊。所以我去找啊，找那个 printer K 啦 ，printer F 啦这种东西啊 ，S printer F 啦这种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改了这个，我就发现什么不够啊，光改那个一行是不够的，要改好多行啊。然后呢，所以我就不小心从吃饱饭吧，吃饱晚饭好像是七点，然后一直改到隔天的七点，好，反正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比我想象中的难好多。就是我只是想要偷改名字，把这个 Linux 作业系统名字改成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名字啊。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做 kernel hacking 啊。那为什么会从晚上的七点八点改一路改到隔天的七点呢？直到现在，因为以前要测试 Linux 真的很麻烦的、啊，没有虚拟机啊。就算有我也不知道，就是虚拟机其实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是要在什么样的机器上运作我绝对不知道、啊、然后再是测试电视就很麻烦嘛，就是你要一直要重开机、啊、然后要编译、啊、你光编译就是一个时间的，然后编译成功之后你要设定 blog 啊什么鬼的，就是它过程就很漫长、啊、但是你看现在简单多多了，就是我就是不用什么特别设定，对不对？我还可以一边跟你说话一边做实验，对不对？这个是，所以这个在我觉得现在学习 Linux kernel 是一个很幸福的时代。当然，往不好的地方想，就是说要做贡献的确会有很大的难度哈。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一些擦边球，或者是从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 trivial 的地方，就比方说像改这个 usable Linux 的这个 documentation 啊，从那边去着手，或者说像刚才提到 usable Linux 里面其实有很蛮多可以细部可以改的部分啊，你可以从这种比较边边的去着手，然后呢，你获得这些开发者的认同啊，然后你再逐步再改到比较更关键的部分啊。那你说我20年前做的时候有没有比较简单呢？对啊，贡献是比较简单，甚至 Linux Plus 才会写信感谢你，对不对？好，那当然现在不可能啊，对不对？现在这个我什么卡，对不对？好，因为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什么？你再可以在这边开发这个 kernel module 好，那么之后呢会有个对应的练习好，这个练习就是让大家在这个 usable Linux 环境下去撰写一些kernel module 啦好，那这 kernel module 可能是一个档案系统，那也可能是一个网络封包的分析器好，所以你就想说我可以做到很多应用程式做不来的事情好，比方说你想要挂载一个 kernel module， 那这个 kernel module 呢可以自动把某一种形式的封包过滤掉好，那这个事就需要什么？就需要 kernel 资源，因为毕竟如果你只是坐在应用程式封包过滤器，坐在应用程式会有什么问题？你只能过滤掉目前这些程式，你改不动其他的程式。那如果说你凡事都需要什么透过ptrace 啊这样的修改，又太耗时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讲这个用 GDB 来做 kernel 的追踪跟分析。好，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啊。那注意到就是说。kernel 呢其实有提供那个 GDB 的 script 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在 test 的目录底下呢会有一个不是 test 的目录下，在 script 的目录底下 script 里面的 GDB 啊，这个目录底下呢它就有提供这样的一个script， 我们来看一下那目录结构 script GDB。这边来讲话呢你会发现说诶，这边明明就是 GDB， 为什么会有一些 py？ 对，不要怀疑它就是 python 啊。那GDB 呢它有内建Python 的 interpreter 啊，你不信吗？你可以做一次给你看，就是比方说这边做一个什么，那个一加一，哎，真的等于2啊。然后你可以比方说做那个指数操作啦，2的10次方，哎，真的印出1024啊，所以知道啊，它真的有什么，真的有 Python 功能啊。那所以呢，你在 GDB 呢整合了 Python 之后，你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做好多有趣的事情啊。那这边就示范给大家看啊，就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啊，你可以去指定啊，就你在你的 kernel config 要做这件事哈、啊，要开启一个选项，就是这个选项啊，这个选项会去产生 GDB script 啊，然后接着呢，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啊去载入啊，载入这个 GDB script。好，那你看到这边来讲话呢，就会去显示什么？Usable Linux 的版本算吧，好，就是显示这个啊，这个版本啊，然后那所以你看到我这道命令是什么的组合呢？
我第一个去载入 VN Linux 啊，注意到啊，我们刚才执行档叫 Linux 对不对啊？但是呢，包含有符号的这个 Linux 呢，叫做 VN Linux 啊 ，VN Linux 啊，但是有可能有就是 VN Linux 啊，但是也有 VN Linux 啊，注意到我刚才没念错啊。如果你的是 Z 的，表示什么？表示有压缩的啊。那如果说呢，它是 X 啊，表示它就是没有压缩的那个，包含有符号的啊，那些 symbol 的啊。然后关于这个 symbol 的概念呢，你可以去参考那个你所不知道 C 语言啊，一样是动态连接器啊，跟动态连接器跟那个 link 的那个行为啊，那个章节啊，可以去探讨啊。所以其实你发现说，我们在学习 Linux 核心之前啊，真的对 C 语言要很多认知啊，不是只学语法，你永远不可能只是学语法，就说你懂的语言，对不对？你不可能学法语，然后就说只是学那个 bonjour salut， 对不对？你不可能只学然后就说你自己懂法语，不是，你要了解，了解法语。的，它有一个什么？它是二十进制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像七十，你不能讲说七啊再加十，不行啊，因为七十是什么？是三个二十再加十，对不对？好，诸如此类这种，好，就是法语是二十进位的。那为什么法语是二十进位？你要去查，就是这个罗曼哈，罗曼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啊？是诸如此类，好，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你要知道讲话的禁忌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不可能把这个词汇，比方说你就像那个你把汉语转成英语也一样啊，对，你不能只是把汉语啊变成拼音，然后就叫做就是翻译哈。你在中国可以啊，但其他地方不可以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个语法，只是很小小的层面啊。其实语法背后的文化，语法背后的一些思维，尤其是那种一致的思维或者一些例外情况，这是特别是我们要去探索的啊。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在继续，就是所以这边就是载入了什么？载入了这个VN Linux 啊，然后这 else。Version 呢，就是由 GDB script 去特别建立的使用者定义的啊，就特别去定义的这命令啊，在原本 GDB 是没有的啊，所以比方说呢，如果冲出来只是执行 GDB 啊，然后去打什么，打这个 else version， 如果你冲出来之后打这个 else version 的话，好，那他跟你说的是 undefined command，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载入到对应的 script 啊，你必须要透过去载入到对应的 script 才会把它做这些事，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样的讯息，就要去查一下啊。如果有人帮我，可以帮我改一下哈，就是这边少打一个 L 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 virtual string 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是这个已经有些什么设定没做好了哈，或者说甚至有可能你的 GDB 就是不支援 Python 啊，所以你可能要检查一下跟你的环境有关哈。但是如果你用的是 Ubuntu Linux 的话，应该都要有啊，都要有什么当然版本要更新了哈，所以我们建议是你用那个 Ubuntu Linux 18.04 啊。好，然后呢？如果你照刚才的方式去启动 GDB 的话，这样啊，那你还可以得到 else 开头的系列的命令啊，就是这边这其实不是命令，就是正说法是一些 macro 啊，这些聚集命令啊，那这些聚集命令呢，其实它的很有帮助啊，比方说这边有没有看到 rb 啊 ，rb 呢是什么 ？rb tree 啊，就是红黑树，对，不要怀疑，在 Linux 系统里面大量用到红黑树啊，像什么时候会用到红黑树呢？比方说像排程。排程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啊，怕你不知道红黑数啊，或者怕你忘记红黑数啊。这个排程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呢，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时间复杂度啊。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红黑数呢啊，来看结论好了，红黑数。的 complexity， 好，跟红黑树很像的是那个 AVL tree 哈，然后请你自己去查询一下它的那个相关的定义哈，然后红黑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说呢，我们做这个 lookup 啊，就做这个寻找、新增、删除啊这些操作，它的时间复杂数是一样的 log n 啊。然后这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比红黑数在特定操作来的快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很少有资料结构是可以从搜寻、新增、删除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n log n， 那有些状况下呢，就是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有些 AVL 像 AVL tree 的话呢，在一些就是会有那个更严重的时间复杂度，那这个Big O log n 呢，它是有前提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红黑数呢，它作为一种 balance tree 那
它有这个特性。那这个特性呢，在排程呢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排程要的是一个我们称为叫 determinism 啊，就是说我们排程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只要快而已啊，我们要确保说，我这个时间我不会随着 n 一直变大，然后呢，你的时间复杂度啊，你的整个耗费的执行时间会有巨大的变更哈，所以我们要确保说我能不能在一个可控啊，对啊。最近武汉肺炎就这样的可控啊，变成一个重要词啊。显然武汉肺炎是不可控的啊，就是才需要封城的哈。那所以其实 time capacity 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它让开发者以及最终的执行行为是不是可控的啊？不是说一定要多快，而是说它是可以预测的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在时间范围啦，或者在空间的许可啊，我可以预测出来。啊，它具体要花多大空间？但会因为一些很多因，会因为一些因素导致一些什么，会一些时间上或者空间上一些落差哈。好，那我们再去探讨啊。那么，哦对，然后呢，你会需要写一个GDB script 啊，像这样的一个 GDB script。然后注意到就是说这边啊，这边有一个 full path 啊，那一样就是这个麻烦啊，因为就是启动那个 user modeling 的时候，你要指定那个绝对路径啊。当然，你可以送个 patch 啊，去问去看这怎么改成不用绝对路径啊，以这个什么以目前的这个 Linux 的路径为主。好，这也是一个贡献啊，就是因为你看、我每次都要特别去写 full path 啊，就是你还把它特别改成那个啊，就是你看我这个启动之后啊，哈、表示先 command line 啊，对，你看我还要特别去写这个。这个就很长哈，所以就是说你看啊，我指定那个 user modeling 执行的时候就叫什么，就要给他一个 full path 啊，那我能不能把 full path 去掉？哎，这说不定也是一个贡献啊，所以注意啊，贡献不用多啊，贡献不用大啊，你可以从一些很基本的，然后这个东西可以代表便利，然后你获得大家的认同啊。好，然后呢，再是什么呢？再是说，因为 user modeling 它会用到 segmentation fault 这个 signal 啊，那还记得这个 signal 来干嘛？Page fault 啊，所以呢 ，user modeling 遇到 page fault 的时候会发送这个 signal 啊，然后这个 signal 呢，它是内部通讯用，因为做 segmentation fault 啊，所以呢，我们要避免那个这个 signal 被什么被 GDB 认出来啊，所以我们要把它什么，要特别下这个啊，就是说当我收到这个 signal 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啊，也不要印出来，继续执行。然后呢，user one 的什么呢？这是我要求停止 user modeling 啊，就是说。比方说，你看到、就是我现在启动 user modeling 好，然后呢，我再开一个视窗，我再开一个视窗去启动 Linux， 来点，我们已经好几个 Linux 啊，所以我这时候可以干嘛呢？这时候呢，我可以用这个 pq 啊，注意到 pq 不是把一个 process kill 掉啊，不要搞错啊。PQ 是传送一个 signal 啊，只是说呢，我这边传的 signal 刚好是 user one 啊，来看一下这东西啊，这个好玩啊，这个 user one， 我就传这个，好，我就传一个 signal 叫 user one， 这个 user one 这个 signal， 好，传过去之后呢，哎，这边这个什么 user modeling 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呢 ，user modeling 会收到什么？会收到一个 signal 啊，一旦收到这个。User one 这个 signal 呢，这个 user modeling 就会停下来执行。好，然后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在 GDB script 呢，要去处理啊。啊，就是说我已经收到了，而且我停下来执行。啊，好，然后接着是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啊，看到接着干嘛呢？就是我去执行我有很多命令可以做。啊，比方说我可以执行这个。好，然后。但是因为什么？你看到、如果我开始 Linux 没有执行的时候，是不准你什么？不准你做这件事的啊。但是我可以先把它跑起来 ，OK？ 跑起来之后呢，我再这样子。好，那你看，这时候就收到一个什么？收一个 signal 就停下来了啊。但是我就可以做这个啊。你看，该酷吧？就是可以看到 mount 的内容啊，就是我的哪些 file 被 mount 了，甚至我可以看。我的 command line 我就靠这个东西开起来了。好，再来是我可以看 PS， 好，所以你注意到这时候 Linux 已经停下来了，对 ，Linux 已经收到这个停下来了，但是我可以去窥探 Linux 内部结构，
然后呢你看到注意到这个东西 PID 等于0是有东西的，所以你看到注意到 PID 等于1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第一个 user space 程式，但 PID 等于0是什么鬼呢？它是 swapper 帅吧，它也上面写 init task， 注意到这个 PID 等于0它是在 kernel space， PID 等于1是在 user space， 所以注意到，但是 PID 等于2kernel space， 所以你看到这边 K 开头的，然后所以呢注意到就是说我 PID 的出现它叫 process ID， 但是 process 有可能在 kernel， 有可能在 user space， 这全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怎么被建立，取决于它的特性。所以注意到就是说不是说 process 全部都在 user space， 不是，至少在 Linux 来讲它有很特别，它有 kernel process 还有 user process， 所以其实很多考试研究所考试啦，或者很多作业系统命题其实没有命得很好，因为其实没有规定说 process 就一定在 user service，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我们比较好应该要写什么 user level process user space process， 这其实用字比较精准，因为像不是只有 Linux 是这样啊， Solaris 也有这种设计啊， Solaris 也有在 kernel space 的那个 process，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用字遣词要讲的精准，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千万不能说只是那种什么名词解释啊，或者什么定义这样的，因为这跟作业系统特性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干嘛？就比方说把那个 kernel message 印出来，也就把当下的 run buffer 印出来。对，这东西酷啊，哦，帅吧？还可以慢慢看，对，哎呦，对，而且看 kernel 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从什么？它 kernel 就是这是有点特别，就是说有点像这个 postmortem， postmortem 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验尸啦，就是法医啊，看到一个人过世了，然后他就他可能是自然死亡，也可能是他杀或是自杀。那所以就说不然我们就做验尸。那现在做事很像，因为我整个 Linux 其实已经停下来了，就是你看我们 Linux 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可以用 GDB 照样追溯它的什么资料结构。比方说我要看到 kernel buffer， 看到 dmessage， 我就是把那个 run buffer追踪一次，帅吧？而且你还可以看什么，在当下就是你 postmortem 就是在你这个法医鉴定的时候呢，一看到，我那是挂载的什么 kernel module 然后甚至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去看说，我特定的 module， 比方说 hello 有没有在，是吧？hello 那时候不存在。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把这个PID 为一的，就第一个 user space 的那个咨询出来的确是什么？就那个 Timmy， 还记得吧？然后呢，更酷的地方要发生了，像这个，这个地址好玩，这个地址，对，印出个地址。所以呢，你看到我们用这个 GDB 呢，其实可以做到很酷的事情就是呢，还记得这个印出来的你看这个东西 ，LSPS， 东西很有趣啊，看到吗？我把它印出来，耶！好，那注意看这个地址，这个地址。这个是63884748 63884748那你看到吗？这个东西跟这边的关联在哪里虽然看到这个地址，对不对？你看这个地址跟这个地址虽然没有直接匹配的，但是什么？但是你们发现说，它的地址看到这个。这个是在 kernel 这个在 kernel space， 这个在 user space 那所以你看 kernel space 跟 user space 就有差别但这个地址显然呢是坐落在什么？坐落在这边的范围对这是这个什么这附近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就是去可以去什么？就是去追溯这一个区块然后呢，接着呢，你可以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假设我去看这个 init。init 是这个4里嘛，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印出来。好，这东西好玩啦。好，的确你就看到什么？就是你再去印出来，那你看到，有这个 state 然后呢，的确它就印出好多资讯，好多好多好多好，但是你不要太慌张，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认真看了，它其实是这样，它是可以看到这些内部的资讯比方说像这种。那所以就是说像这个什么像这个40那个地址还记得吧，就刚才那个 init 然后呢你也可以搭配这个，就是看它是不是 link list 注意到 Linux kernel 里面呢是用 link list 所以你跟他说我这个 nest 是这个啦，然后它
之前是什么、啊、然后再 一串接下去、哦、那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再继续 做一些实验、哦、来干嘛去看说这个 Linked Kernel 怎么去运用 Linked List、哦、然后再去追它的地址、哦、然后呢当然你可以去设定一些终端点，比方设定在挂载 Kernel Module 的地方、哦、然后呢下次呢如果你去载入这个 Kernel Module 的时候呢这个什么这个就被触发了、哦、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就是我们透过这个 User Mode Linux 现在给你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环境，其实你可以在不了解硬体的运作下，然后呢透过这个 Linux on Linux 就在 Linux 之上的这个 Linux 去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环境的那个分析测试。好，然后在我们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当我们之后的系列就希望去来探讨一个Kernel based virtual machine， 因为毕竟 KVM 是主要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可以想到说 User Mode Linux 的经验，尤其是 User Mode Linux 搭配 GDB 搭配这些Kernel Module 的使用啦开发，因为它全部都在同一个 source code，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用 KVM 你要准备很多工具，然后你要熟悉很多不同设定档，你要用那个 libvirt 啊，你要用那些 virt manager， 就是你要学的工具还蛮多的，但是你用 User Mode Linux 发现很棒，就是你可以很基本的工具，而且你看我从到尾就是用这个这样同个终端机，好，顶多搭配刚才显示给大家看这个终端机，好，但是原则上你的处理就相对单纯多，然后就可以去运作。好，那我们就探讨到这里。